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2年胡盘杯，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今天是第七轮啊，是由韩国的金彩英七段对阵日本的藤泽里菜五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黄义中七段。黄老师你好。啊，周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已经是第七轮了，其实呢，这就是一个。三国的擂台赛由中日韩三国参加。如果说大家一直关注这个比赛的话，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吴一敏年轻的小将，之前是夺得了5连胜啊，昨天呢是被实力非常强劲的金彩英赢了。然后呢今天是由日韩之间对决这看来是经过拆先，藤泽里菜是执黑先行对金彩英对，应该也是这个女子擂台赛的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吧，对，是最后一盘了。对，没错。这个因为三个国家嘛，然后每个国家是派遣5名选手上场，那么总共呢要下14轮，就是下满的话啊，假如说下满的话，应该是14轮。那么第一阶段是7轮，第二阶段如果下满的情况下也是7轮，那么两个阶段就可以结束这个比赛了。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目前是第一阶段的第七盘，是由藤泽里菜对金彩英。今天相对来说，我们中国棋手会比较轻松一些，做壁上观啊，看日韩之间的这个决斗啊。好，来到棋局，藤泽里菜黑棋，下一个小目，星位。然后他下了一个对小啊，对角，今天下的对角形布对，局啊，藤泽里菜。对角呢，反正就是把这个局面打散吧。没错，是的。可能他也不想走入这个白棋的套路里面。他自己可能有些研究对这个对角星。没错。然后白棋、黑棋这个大跳守了一个，这个也是很正流行的常的。下法。没错。这个反正黑棋因为是两个小目，你现在守了一个，那白棋肯定要挂这个角。是。这都是很正常的，尤其是现在这种棋高挂呢，可能尤其这种对角星啊，高挂被黑棋拖一个呢，黑棋把实控捞了呢，黑棋太满意了，所以呢，这种棋呢，低挂肯定是更好一点。现在好像这个高挂越来越基少。本上就看不着了，因为高挂呢，就是就推荐的下法就特别简单，就是黑棋一拖啊，下个拖退定式，先把角地牢牢的拿住啊，这个是特别常见的，就是。然后高挂呢就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喜欢下低挂，就觉得这个角地啊，我不肯轻易的被你拿住低挂呢，以前呢其实担心这些加二尖加三尖加啊，但是现在不管加哪个呢，好像都有黑棋白棋可以飞压，白棋呢不太怕这个加攻，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低挂呢就越来越流行了。所以呢，黑棋呢，一般来说，现在一般尖或者是实战这个飞都比较常见。昨天是看那个 Winning 的棋，他是下了个一间高角，当然这个不一样啊，他是这个平行型布局，现在是对角型布局。就现在呢，这个二尖低加呢，好像大家是不是这个变化也越来越吃透了，下的也少了啊，二尖高加，二尖低加，然后飞压冲断之后的下法啊。然后这个一间高加又慢慢的开始流行了，一间高加反正你不能做这个，容易对把你对冲对，断了哈。颠高加，反正白棋一般就是跳一个，跳起来，然后再加过来，反正怎么加一个，加哪一个都有，对，是这一代吧，好像这一代比较多一点，常见一点。尤其是现在白棋这边有子的话呢，这个白棋配合呢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在白棋这边有子的情况下呢，这个一间高加还是很少见。是的，是的，昨天的配置是不一样，当然是黑棋上方有配合，所以他选择了夹击实战呢，这个藤泽里菜选择了比较稳健的，飞了一个，小飞，飞这个，然后金彩英呢，在这边守了个角，其实正常拆二或者是这样高拆都可以的。对，直接在这边走也是很大的，是的，当然这个布局呢，其实呢这边也是一手非常大的，怎么下可能都差别不大，就因为每盘棋呢，这个都是拆先的，那事先呢，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掷黑还是掷白，但是可能会赛前会准备一下，而且
一般来说像他们这样就是很知名的女棋手的话，会有自己的一些套路，或者会有自己准备好的布局，所以呢，昨天也是金彩英，人家就吴一鸣一见高价，他就没硬，他就让人家靠压靠住了，看来是不想落入就是对方的这一整个套路之中，这个好像也有点，就是反正我有点不安你的这个套路，对对对，下一些新颖的招吧，是出其不意吧，是的，尤其布局阶段，他们两个人，藤泽理菜呢是比金彩英小两岁，藤泽理菜是98年出生的。金彩英是96年出生的，这个藤泽理菜在日本现在，女子围棋当中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人物。现在跟上野爱笑美两个人，应该说两个人互有胜负啊，是一对老对手。那在四月份的比赛当中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比赛当中，是上野爱笑美赢了藤泽理菜，所以这次可能这个女子擂台赛呢，就派藤泽理菜先上场了。他们可能是日本他本。内部有一些排名，可能是呢排名靠前的，像上野呢可能排名高一点，他可能就帮内主。是这样，没错。但是日本的，就是他这个用时呢，就是比，就是中韩这两赛制都要慢一些，所以这样的比赛，我是觉得对日本棋手来说应该是很快的。对，非快棋对他们来说，对他们来说是很快。而且他们读秒可能一般也很少，像这样一次读秒，他们一般五次的可能比较常见。是的，是的，没错。然后挂角，挂这个，你看。相对来说，藤泽理菜的棋风还是比较稳健一点。是的，藤泽理菜呢，大家都知道她是藤泽秀行的孙女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在基因上有所传承？对，他爸也是一个职业棋手，叫藤泽一就。哦，是吗？对，也是个职业八段。哦，那这是家学渊源，围棋世家吧，算是。这确实是，这还是很有关系。刚才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这个金彩英，他也是。他父亲也是职业棋手啊，叫金成元是吧？金成来，我还跟他父亲下过一次，有一次啊，是吗？在三星杯预选的时候，但他父亲应该大概是50多岁了年龄嘛，现在年龄偏大一些，他也是八段呢。对他们两个都是世家。对，而且他还有个金彩英，还有个妹妹也是职业棋手叫做金多英。对，她是长女，那个是次女，可能是，对，这个是两个围棋世家之间的对决。是，这看来世家还是挺多的，这样算起来的话。尤其在日本，我觉得他们好像这个传承世家围棋世家多一些，我感觉。我是觉得在中国好像这个不太容易，这件事。是。相对来说要少一点，好像。然后挂，然后拖。拖一个。这也是。扳指。经常下的现在。对，黑棋连扳这个拖了连扳现在特别常见。对，这个时候呢，白棋这个下法就多了。是的，有实战这个挖吃，还有甚至立一个也是常见。单立的话，黑棋要糊起来吗？对，糊起来。那打一个，然后接住，然后怎么吃掉？继续把这个吃了是吧？然后黑棋大概在这边拆一个吧。拆一个。这也是两分的，这也可以选，也可以选啊，可以选。他这棋很奇怪，他觉得这个打呢，这种棋后续觉得不便宜，跟白棋这样非交换。所以他们一般来说呢，都不走完以后就直接拆。这个打还在意料之中，不，你摆了这个飞，我吃了一惊。对，因为正常的话，你觉得这样被冲下去呢，好像裂了。棋形好像裂了，但是呢，实际上他就这样轻飘飘就脱先了。抢到这个好点的话呢，这可能他觉得这个角我已经活了，就这边冲下来价值不是很大。对，黑棋反而不一定便宜，在这边花两手棋价值并不大。是这个意思原来。那就是说黑棋这个打他也干脆就不打了。对，黑棋就直接在这边拆一个，反正就这一带拆一个吧。这也是一种变化图。还是要根据场合吧。对，根据场合。反正白棋它也没力。还有，这很多倒胡也有，甚至单连扳也有。对，单扳我记得是接上是吧？对，接上正常，白棋接上。它也接上，然后就拆一个。对。是这样吗？所以这个棋呢，就是跟以前飞比呢，
以前的老定式是这样的话，即便这样，黑棋应该能爬着几着的话呢，应该总还是便宜一点，我觉对，就跟那个，得。就原来是这个棋形对嘛，对对，这是老就定是那式，样对，我啊，们就下这样，了上百年了。上百年是，然后黑棋爬着一下，目数总是好的，能先啊，手爬着。等于把这个先手，那个时候号称多少目来着，十几目的大官司给走着了啊，那总是不错的，我觉得。甚至虎也有，这个棋就是街比较少，街可能呢觉得被黑棋虎一个呢，这个棋还是局部是稍亏一点，哦，这样就稍就稍亏亏，是吧？哦，虎在这黑棋也是虎的，但是然这后它虎一个长，一般来说比较少见啊，这也是场合的下，这样可能是稍亏一点，这样黑棋呢，因为你是虎在这地方，不是立在这地方，黑棋这边将来一打劫了，打了一劫就活了，所以黑棋多半就脱先了，走别的对，占别的是大的，场。是的，这可地能方有感觉些差局一面点，可能虎一个还可以，然后实战打也是最常见的，挖是吃，挖打接上，白棋是对，接的，我接记上，得还有虎的下法是吗？虎跟接也差不太多吧，黑基棋本也，上都会，对对他对，都会走对，那个的，然后就长嘛，跟实战是然后差不就多。长这个，是吧？还有一种就是说看场合，它还可以冲下去嘛，也是很常见的。喜欢战斗的，那我们棋友可以冲下去冲的，下去，对，然后断掉，然后它拐出来，把吃，缠住，把吃，对，然后接出来，作战，接出来，然后说贴一个跑，说是要想对，接那棋对，煎一个，好像最近还有什么煎的下法又比较常见了，这招这也是样觉得很神奇，对，很神奇，有些招它也在进化中，这个 AI。你如果长的话呢，它这样就先冲这个，把这个弃了，对。原来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局面，这白棋挤，尤其真子有力的情况下，这一挤就不能救了。你一冲刺被他这样打对，了，是打的，了一是的，打。这是个但是呢，这种很，棋其实对，我给大家摆一下，等大家看清楚一点这样，挤一个是这个手筋啊，大家记住这个白这棋。不行，对，这个黑棋被争死了，对，现对，在真直接子把不狼利。打死了但现在的棋真是很神奇。现在这种就是说这种杆子啊，不一定就可以弃的棋很多。再抢到这个大场呢，也可以下，甚至黑棋这样下呢还可以。还不错，然后待会儿还能，待会儿还能挤断你是对，吧？还有这几地单方还有跑出来真子有利的情是况的，下。是的，还可以引争，有可反正很多的，以前在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都不会这么想啊，就把这三个棋是，精弃了，真根本不会往这方面想。还有这种招法，这都很新鲜，这看的招法。反正呢，他实战是也是选择了，也正常嘛，接这个也挺好接住，然后黑棋就拐过了，然后拐，尝一个。对。其实这个定式呢，后续这个压住还是挺大的一手棋啊。但是呢，他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压的话呢，他可能是怕黑棋脱先。原来是这样子。应该是怕脱先，是因怕为这脱个棋先是你吧？如果搬起来正常对呀。退的话呢，白棋肯定能压着，总是便宜了。是。局部来说呢，一般来说要搬起来，是，这个棋形也很常见，对吧？然后是打二路，打这个，打了一压，打了压这个，然后他拐下去，然后黑棋搬，搬这个，过拐，尝一个，是这么下对，来然后爬，黑棋长，尝这个，他把这个打拔，对，然后黑他棋这打个吃，打吃是吧？然后白棋大概就不利这了一下，吧，然后白这个棋又能拐，抢到我说这个，这样吧，这样子配合好像看起来白棋不错，对，白棋还可以，它主要是能抢到这个要点。是的，所以呢，这个压的时候呢，黑棋先不着急搬。我是刚才一直在看我能不能打这个，打因为这个我不觉得行的。这儿有配置，不知道能不能你除非是低的，不然低的的话，可以是对，吧？不然的话，你如果打气这不个的够，话，气是不够的，这个白棋这力。样挡住，对，然后打掉。因为这个棋是高的嘛，实在。高的好像挡不住的。对。
搬不住它。那正好插一起。对，它只要爬到这一下就行了。对，你现在只能长了，你长对。哎，这样我不是长一些吗？我看看。那是不是它可以再爬一下？它如果再爬到一下的话，是不是就会断了，会断了，有点严厉可能。因为你不能从这边打，从这边打了，他就打了贴先手，再一跑，明显。是的。这个跑的太厉害了。这棋好像不太成立。这边又打是这边拐。你如果吃这个呢，好像这边跑一下，跑下来这棋，这种棋，即便说你将来把它吃了，也不见得行。对。这吃了不是说你就胜利了，对对，你有可能外面损了一堆，然后发现他只要长了，他你只要是要收气吃，黑棋收气吃这几个，那白棋就成功了。是的，这个黑棋唯一这最强的下法大概是单长，但是这外面好像看起来实在有点碎，看着被他打了贴两下，这一长出来，跑起来有点辛苦，我看着这不一定好战。而且他这什么冲了有多个扳在一立，这杀气还不见得杀得过这地方，如果。白棋比如冲完冲完以后，是的，他可以打两下，对，打了再贴一下，他还可以贴掉。在这一场已经很难了，黑棋已经很难，他底下有五七棋，这个棋还是很长，所以就不能轻易使这招。所以呢，他就压的时候呢，黑棋就不走。直接脱先啊，压的时候它可以脱先这个搬下来也没关系，反正脚都是活的。对，搬我就搬了一下，再把脚吃了就行了。是，黑棋就阿鲁班里连扳，他把脚吃了。搬了连扳的时候脱先，然后就把脚吃了。所以呢，他这个呢，藤泽这个叫做金彩英呢，可能也挺熟练，对这个是的，他知道这个棋压不着，可能所以他先站这个大腿，单拆了一下，应该也是正解吧。这个局面是。黑棋拐起来了，拐起来，所以因为黑棋不愿意被白棋压嘛，所以他这个拐是很大的一手。然后那显然白棋也抢到了他这个眼见的一个要点，是的，逼这个。这种棋呢，就是说飞起来呢，被逼以后呢，这个棋呢就会比较复杂。这个棋这两个呢，你又不愿意，这尤其人家拆在这，所以拆在这的好处呢，就是拆得远。现在黑棋坚顶起来呢。就不太情愿。你如果是拆二的话呢？那我就坚定了。对，那黑棋再坚定呢，兵这么走，坚定飞啊，或者飞也可以的。黑棋呢就坚定起来呢，没有那么难受。但你拆在这的话呢，这个一般来说就不愿意坚定了。都不太可能。对对，下成这样，确实白棋的太充分了。那黑棋不肯呐，不肯走，那就干脆就不走了，那怎么办呢？要不然，他就在这儿反家里的。因为他反家呢，他也很容易理解。你如果走别的话，这被封住的话呢，肯定是黑棋比较好战。是。你如果走这个呢，他就拆这个二，这也很容易理解。是的。白棋跳了一个。跳了一个，对，堂堂正正的一手。然后黑棋拆二，这就刚才说的，拆。那白棋呢？你既然这边放着不走，白棋肯定要对你进行一些制裁吧？这里面确实也头绪很多，感觉。他实战选择，其实这棋单飞二路也是可以下的，单飞二路。我也觉得是。反正总的来说，这个棋呢，对黑棋来说，总的原则来说，就是要从下面收根，千万不要去走外面。走外面这个棋呢，那我就鉴定了。对，那他就输了。本来还不好意思鉴定，对，飞一个吧，就这黑棋很舒服。是的，因为他抢到这个，下成这样，那黑棋很开心了。所以呢，这种棋一定要想办法收根。收根又有目，也能让黑棋往外面去跑。我想着你如果要说二路飞这个的话，黑棋一般来说是靠这个，靠压，对，是吧？靠压。不然好像是他搬起来吗？要不搬，要不就长嘛，这两种下法。是，搬的就比较简单了，把黑棋就要往下哄。那就打一个。打了接住。就接一个。对，然后再煎一煎。你还可以煎这个。煎你不能搬嘛，搬不有正好抽我一连扳。是。你就正常查，
反正你如果长的话呢，它也不今年走了，它抢一些大涨，这个飞也很大。那就算是就搁对置对了，是吧？对对，只要这地方黑漆漆，它只要能活就行了。这个地方要求不高，反真正只先要手，不是死了就行。所以真先手很重要，抢在那大的地方。那边反正已经脱先了，对，就只要这能样，活，就搁在那儿就行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压的时候呢，白棋也很想往里面藏，也对是，呀，对呀，藏黑棋接，然后再肯定是想往里面爬嘛，查对吧？那个是因吧？为你搬的话呢，它肯定被拐了对又，拐你走什么，它就搬过来，那黑黑棋还棋是比形较状舒服啊，是，看起来，是黑的。棋，所以你得藏，藏的话呢，它可能就想就地做活，搬一。就这样，搬了虎，搬了虎对，顶一个，这样你这肯定要打，不然被我搬进来太大，然后他是，就把这就地做活，那做活也不错，对，做活这没有了，那我顿时觉得你这个飞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反正也是也，就刚才白棋搬了打了接，那个变化可能也差不太多，是那样，所以呢，白棋呢，这个棋呢，海南还是想先尖顶掉以后，尖顶掉再飞，再飞这个，再下成刚才那样搬了，你压我搬打了劫，可能好一点，因为是这个地方呢，本来这个如果黑棋在这边，白棋在这边落后手，刚才如果没尖顶着呢，被黑棋飞到这个还是挺对，痛挺大的哦，确实，实在呢，这个金彩英呢，尖一个，这也是这个局部一个常见的定心手段。是的，是的，推一个，这没办法。然后白棋虎了三三啊，把这个角先给夺了。对，这个是很眼见的，又有目啊，又破你眼。这双方都下的没什么毛病，跳出来这跳必出须来，的。是的。然后这时候呢，这个金彩英呢下了一个强手，我看。金彩英的棋看来还是比较的积极的，有自己想法。我看他昨天好像也经常下碰好几是个的，碰是了，的，是的。对，你跟他爸下过棋，他爸是不是也是这种风格？好像没什么印象，没这个印象的。这个家学的渊源还是有关系，肯定会，因为他既然他爸也是职业棋手，肯定会一起摆棋嘛。就是原来没入段之前，会给他讲一讲啊，这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毫无疑问啊。所以他这个碰了一下是。他好像很擅长利很用喜欢这些碰，碰啊，来做些文章。昨天那个碰也是下得很是地方，应该说，这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想反击啊，黑棋实战承泽理菜这个下法呢有点太老实了，好是像，的，是的，这那棋这个我反击怎么反击？搬搬出出来来吗？嘛。搬出来，我不知道他是准备怕走他哪，断吗？肯定应该是怕断。我觉得，我觉得呢，他可能是这么想的。他断，我们正常就是看就长这个，长一个是吧？他可能是怕黑白棋这大的样挡出去。打了挡这个，然后拐，这样下呢，确实看起来是这个白棋比较善战，长然拐，后怎么对，办？只能拐，这个拐一个。然后这被再被一叫吃。这样作战，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不太行啊。这两个子这棋是，精你也不能乱死对，了，这是是黑吧？棋比较担心的这个图，他如果这样反击啊，你接上我就推出去就完对啊，接上我甚至这样，我还这样双你一下呢，了。还然有后可被虎了再冲出去，对，你如果接住他这样这一虎，那这这黑样一卷出棋，去的话，那这黑棋这几个子都快无疾而而终了。且我这个走完了，等一下再飞你一下，那要哭了，我觉得黑棋。这是黑棋比较担心的一个参考图，但是这个棋呢，断的时候呢，能从这边，是不是从这边打去？你从这边做一打些个转粘换，上，打了，从这边冲过来，把这个子割裂开了，也是很大的一手棋。对，那上面那块棋就处理对，好后了，那黑棋那白棋只能走这个，那我能打着一下，接上，能把这个角点着，这也算有所收获。黑棋是的，这边呢也割开了，后了这边角也走着，这手大棋，这样也是很想反击。这个图好像还不错，看起来而且这个图也没有太多变化。这好像，那真的你搬一个我不断还能走什么呀？是啊，但是我还连是，搬吗？难道？
联邦应该不会，应该联邦我再唬一个，感觉上这边被割裂开来，被分断的话，这个有一些无理，感觉白痴。是，按理说它是应该断的对对，吧？断正应该是常，要断，正常是它碰的时候肯定是准备断，对对对，要不就搬这个，搬这个，我是不是把这个子吃了也可以，冲过来，哦，那还是挺大的，是的。对，这个就要一些判断了，你可能挡下来，那就就接住，接一下，对。这就需要判断了，你接住还是虎？那我在这边尖冲什么的，来占大场。这样的话呢，我觉得黑棋也可以。这个子不大这个子毕竟这厚了嘛，这个把这吃了以后，吃了10多目棋，15目啊，也接近吃了，而且这厚了，关键是。然后我觉得黑棋也可以满意这样下。这个图是吧？对，这个转换，反正呢，藤泽里菜呢，他也是实战，也是有一点，这好像对对对，他也收怕白棋有什么手段嘛，那他可能就缓想一着下。觉得这样被断了，长这个那个变化，我们第一个摆的变化，他觉对得不对太对，好。你那个图，我觉得他不一定会想得到。他因为下的时候有些东西肯定会忽略掉，就看你，会不会往那边去想。对，就是人他的第一感的判断的对，问题，是很多的，棋，他很多东西都是依照经验，你不可能把每步棋都想过来。他肯定一看这个被断，觉得你觉得不粗行，算一下不太不行，他行，就没敢这么下了。实战呢，他也是选择这个，但是这个呢，白棋就明显便宜。这被他捡起对了，对，这台白棋很舒服，因为你先捡顶再碰，下不那成人家肯定要搬出来反击了。那样，下不成那样。所以这个手次序一变的话呢，就是实际上被这个得分了，这个被赚金了，彩英呢，应该说是。这个强手呢，应该获得成功。长出来，然后退出来了，大跳。我看这棋啊，这个藤泽里菜他的这个战略，我看就是稳稳当当。是的，是他可的，能到后面再想后半盘再发力的没错，意没思，错，是的，前面都是非常稳。这个还是日本棋手的非常传统的一种风格，就是前面是大家都下的四平八稳的，比较本最格。多是占你一点便宜，我现在也看不出来他哪里能占得着便宜，不太容易。比较本分，前面下的，是的，建议这个小尖，正常的。进冲，跳一个。白棋爬，这都是，他就想飞这个嘛，实际上，因为他直接飞的话，他被白棋不做靠这两断个他交是换的话呢，他怕直接飞的话呢，担心这个靠断。如果没有这两个的对话，有可能被这样，是吧？他怕走不着了，再走。再走的话，因为脚上人家拐是活棋，基甚本至上。间断他都有点担心。所没以呢，错。他是也很简单想法也。但白棋呢说呢也没什么不满的。这个白棋这样连回来呢，本来黑棋还有打入啊碰的手段呢就没了，白棋也可以满意。是的，然后他再飞正过来，就真是觉得下的就按部就班对的，对对。没步棋。当然毫无疑问，藤泽里菜他是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你不要以为他布局看起来四平八稳的，但是中盘还是挺有功力的吧？我觉得。好像我看他前面可能下的比较快，这盘棋黑棋呢，他就想把时间呢留在后半盘，这也是对的。对，其是实我们也看了前面几局啊，这个女子擂台赛的棋啊，一道宗庙，最后还是取决于胜负，还是后半。其实男子棋手也是，其实因为前面呢差总差不了太多，对，现在都是这么说，谁强呢？可能还是后半盘的那个是就是中盘，中后半盘一对，百中手以盘。后，就是非常激烈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局面你也不知道应该往哪儿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需要时间。这棋呢是每方1个小时，然后一次1分钟读秒不能过啊，跟龙心杯的这个用时规则是就一模这一个样的。赛制，对，尤其刚开始进入读秒的时候，总是会有些慌乱。你开始从那个是，时间比较多的状况下进入1分钟的读秒，又不能过，所以呢，会那个时候呢，会那个节奏呢，会比较乱一点。对，是的，像就像这样的赛制呢，你就得平时得
用这种用时规则来练，对对，得多操练，然后你就会心里会比较有谱，然后前面应该什么样的节奏啊？嗯，也有些棋手呢，就天生擅长下这种赛制的，像什么范廷钰，我觉得中国的嘛，包括杨鼎，对对对，下，对对对，他有些棋手天生就擅长下这个赛制。嗯，像有的呢，像唐伟新这样的长考派的，可能我觉得只要是长考派的下这个赛制呢，可能就比较累一点。对，这个还是跟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有关系，确实是。大桥一个，然后可以往前跳，都是堂堂正正的。是。那你跳的话呢？总的来说，这个棋呢，反正我觉得，如果从白棋的角度来说呢，还是挺舒服的。总的来说，也不用没有太需要动脑筋的地方。嗯，我觉得白棋好像，看起来这个布局没有不满的道理。对，空落的很多，白棋这两边的空。然后这里呢，由于是一个大跳，将来这个空，这里面实在是不好说。将来就这边的还有很多不确没有定型的地方。是的，是的。这个地方将来能围多少或者怎么定型，可能是这盘棋的关键。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双方也都不太好攻，黑棋攻白棋，白棋攻黑棋，这都是有一些眼位的。没错。然后第一个。往这儿逼逼，反正来说，这个节奏上来说，他跳完又逼这个，总觉得有点怪，有点怪是吧？看起来，好，白棋尖出来，对，黑棋再靠，这个就是这个大跳呢，是往这儿走呢，是就很大的一手棋，否则被白棋走过来呢，就眼尖的一个靠。现在是不是争子有力？黑棋争子有力。你说就是说，比如白棋这地方有对对，就是说棋的情况下，当然现在是黑棋争子有力。如果白棋争子有力的情况下，是有这个靠，靠一个黑棋非常难受。你搬它就一段是吧？对，是的。反正你搬到外面，我就走这儿。你走这儿，我也是走这儿。反正你横竖都很难受。你如果长的话，它就有先手便宜的那个意味。所以呢，他实战逼一个，尖，小尖，一直在靠压，长一个，然后白棋飞一个，也是很正常的一手，因为你不走的话，被黑棋飞进来了，对对，总的来说你会很苦。是的，所以黑棋之所以要靠得长，就是因为还是看着你这块棋呢，我把你召进来，让你逼你到底下去做活，那总是对黑棋比较有利的一件事。所以白棋要求出头，黑棋飞出，然后白棋从这边打入，对，他觉得那这边已经能飞走一下了，他已经厚不少了。是的，就回头这一贴基本上眼型都出来了，这块棋就不担心了。看这一带目前来看都白棋还是比较顺的，觉得对，黑棋呢就下得比较稳，棋势王爷后面嘛。尖出来，这也是正常的感觉。小尖，好，这个地方呢，这个盘棋真正的开始接触战了。没错，前面都是摆正式啊，摆个架子，对，长，然后靠了一个，靠断，断在这儿，刚才我们说这个靠断，当然情况不太一样哈，现在这个靠断呢，这里白棋有了两个帮手了。待会儿实在不行，我这再贴一个也是先手。他这个贴是先手。是。这一带。所以呢，这个地方白棋还是挺有弹性的这个棋。黑棋怎么走呢？因为你从这边走，这边打下来肯定是不行的。好像看着也不太对啊。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图不太对吧？这个可能。那你不能打穿的话，那其实选择也不是太多。你要不就是顶吃这个。顶打。顶打，我有可能从下面打这个棋，可能不接了。对，我就冲是先手，因为冲他肯定得贴。对，甚至我现在都立下来，如果劫财有利的话，我立下来都可以。
可以考虑。确实，这个棋黑棋也挺重的，也不能随便乱打。实战它总之来说呢，从里面走好像总是不太好的靠的。它实战是打的这个。打吃力。对，它还在顶打。在顶打。这看起来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定型了。顶打呢，它你现在在拐吃二路，它肯定比刚才被白棋立在这好。你正常接的话呢，它可能就虎一个。那就这样吧。打下。然后再打吃。对，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好像有个二路拖的手劲。啊，你还能拖这个？就我防止你从这边出头嘛。哦，是这个意思。对。那我搬掉。那我就断一个。我就爬吧。你爬也不见得是便宜。我爬我正好搬了虎头。是啊，我不知道我还。总的来说呢，我这拖断以后呢，你这上面气紧了，那你就靠不出来什么的。是的，是的，你可能顶打的话，我就脱先了，或者就这样。这个图章如果下成这样的话，我再走一些大肠什么的。去外面走。因为你的气现在你这个不好出头了。现在走不动了，外面。所以呢，这大概是他希望白棋希望白棋希望白棋接他的理想的一个参考图。是。所以呢，白棋也没有如他所愿。这里白棋变了。对，应该打也是。断打。这个好棋吧。提掉。寻求一个转换，他要长到那边去。对。显然他不怕你从这边挡他拐吃，他肯定是觉得这个。如果是这个图。满意了白棋。这个图的话白棋还不错，那觉得弃掉这两个字，但我把这边的头长出来了。那大概是白棋的预想图吧，这样子。所以呢黑棋它。这个提掉了，白棋长，黑棋打。不肯啊。对，黑棋不肯就这么挡一个。但是呢他挡他现在也没有合适的劫材，他挡完所以先靠住。将来呢再看情况吧。你如果这只能搬住。搬这个。再。他弯一个。弯一个。弯一个。在这边走棋好吗？不知道啊。这弯一个他现在是要怎么走的呢？我这得打一个问号。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接打的话他就团住。我就团一个把你吃了呗。行。这样，这也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图这他可能是希望下成这样吧。这个图白棋是不是还得出去？冲，关键这一下可能打不着，因为你这打我可以先打一下呢，先打一下，先打有可能被断吃了。对，那我就把那个封进去就完了。你要打着的话，还是？啊，对，打了跟他接上交换，那肯定很好了。对他这什么顶出来什么的。那他肯定不会接的，他肯定不会接的。所以呢，他觉得这样可能不太打黑棋，觉得猴如果白棋打的话呢，他把这吃掉的话呢，肯定是黑棋比较满意。对。或者如果吃的话呢，对呀，吃它就接上了，这样是一个转换。如果冲出去的话，他就把这个搬死，那这吃了还是挺大的呀。是吧？那这个外面走一个好像也不是太好，看着。那白棋怎么办呢？看他实战。所以他加了一个啊。哎，还挺有意思，下的。因为你如果接住的话呢，他就是度过了。先度过，你这劫打还是不打？就是该打，你没有劫财，可能还是没有劫财吧。外面随便摆两个，如果这个劫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抓掉还是挺很有威力的，就觉得非常有威慑力啊。待会抓我抓到这儿。对，应该是万劫不应了这棋。对，反正你摆两个，我把这个没有合适的劫财，应该是两手棋黑棋。这两手也应该也吃不掉。这个冲下来你也它还有拐局部也吃不掉。是啊，这个抓起来。所以没有局部现在没有合适的劫材。相当的厉害。所以它立下来。一起立一个。立完再吃。
这时候你肯定就不能再接了，再接这被冲过来，这样就不一样。对，这两个打跟这个立便宜太多了。嗯、本来是这样，我们的图本来是这样子，嗯、然后你、嗯、你得打一个，然后往这儿立一个，那有点笑话了，嗯、对，所以呢，他这个加的时候，你还是真是这个局部的一个好手。嗯。然后实战他也是立一个。立一个。嗯。然后自己打。嗯。接上了。嗯，就这个，它就形成一个结、嗯。这个结黑棋就轻多了。对，嗯、比起刚才的拔到这儿来，那、嗯、差的不是一点点。嗯，那他去找结，嗯，看他找了什么，靠一个。嗯，靠了一个。这个、嗯，这时候黑棋就得硬。踢掉。黑棋冲。贴一下。嗯。黑棋长。嗯。把这个提了。嗯。黑棋找了哪个结呢？飞了一个。啊，飞一个。刚才他说这个，嗯，飞的事儿。他觉得这边没有合适的结，是吧？嗯。这个结其实也是很大，黑棋白棋也不能轻易输。所以可能你不管找哪个结，我估计白棋都会把这个提起来。现在这个棋是这样。是的。嗯，无非你这地方走两手棋，最严厉的也就是断了长二，断了吃，也没什么了不起。嗯，也就这样，待会儿还能打一个。对，他们提掉。嗯。所以呢，这个藤泽里菜呢，选择在这边下两手攻击这块白棋。嗯。这个是应该提掉吗？因为他还有个一路搬过的问题，所以就想着是不是接还是不知道是接好还是提好。因为你接上的话，它这个渡不过了嘛，至少这个子不还是没逃回去吗？嗯，但是因为本身来说呢，这个棋呢，你折半算的话呢，就挡跟这个扳过呢，其实这边目数差别也不是很大。这边，哦，如果接回来，你这地方一二三四五六八目棋嘛，嗯，你现在折半算的话呢，你挡跟黑棋扳过折半算的话呢，五六可能也就差个两目棋，嗯，哦，就差两目。对呀。哦，可能局部目数也就差两目，但是呢，这提在这呢，还是会好不少。尤其你这边，万一这几个子死了呢，那你这个提在这就好了。那倒是。嗯。你觉得这个转换如何呢？转换就看这边呢，现在黑棋最后能攻成什么样了。对。我觉得吃是不是不是那么容易吃掉，你现在肯定是要冲过来的，毫无疑问。对啊，那肯定得贴过来，要不然这个结等于白找。嗯，这边看白棋活成什么样子吧。嗯。哦。就要看这边下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对。如果活得很好的话，白棋黑棋可能这个并没不是很大。嗯。这白棋下的也挺有意思，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在这儿了。他飞出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如果是他想要飞出来的情况下，那他这个情况下，将来被冲断是先手的，等于说，这一接你只能立了，嗯，这不行，所以他提在这儿，这跟外面有关系，这个出头。啊，显然他觉得这边就将来再说了，嗯。他这个。那边他如果黑棋加一手，那肯定吃掉了。对，应该是吧。这地方将来白棋下的话呢，应该总是有一些余味的，应该有。那白棋下应该没干净吧？不怎么干净，看起来。好，那他觉得这样飞出来，再从这边冲出来，他可能是这么想。压一个。嗯。黑棋长。冲出来。嗯，白棋冲一个。嗯。那白棋往这儿冲一个，那显然是想要要挟你这四个子。白棋呢就觉得，我如果能把这个几个子吃掉的话呢，即便我这边你再补一手我死了呢，白棋呢他觉得也这个形势也是不错的。对，他觉得目数应该是还可以。那边补一个吃掉那块棋，是不是够大？可能他觉得这三手棋吃这块棋，相比于这边的目数来说，不一定赚这黑棋。黑棋靠着靠一个，靠一个，他就是想这个段变成先手吧。你如果就老老实实硬的话，他应该就
挡住，对，假如说那就断一个，嗯、断一个得补，我随便走一个吧，嗯，这样的话，这是不是出去就很容易了？就觉得，就打了，就打了打出来就行了，再接着，这个图，这是他想看得清楚一点，理想，但他可能是团在的稍微好一点，嗯，说这样，嗯，那就对，就一路顺出去，那肯定黑棋、白棋不太行，哦、是的。所以呢，他靠的时候呢，白棋不能直接跟着硬，可能也让黑棋太如愿。嗯，是的。然后他这时候呢，来这边动手。嗯，这下的也挺有意思，人家靠一个他脱先了。嗯。他可能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怎么硬了，他觉得硬不好。嗯。那被黑棋如果说一手搬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这个白棋。不转吗？好像这样，待会腾出手来的情况下，那这两手交换好吗？那我还不如不走。对他要来直接来，那这要走就直接走那儿。这唯一的好处就多了一个次的先手，就是实战的，哦，就是作战的时候。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总觉得下被人家一靠，他不走了。下的有一点不是很让人容易理解，是吧？对，是的，嗯。这个时候不知道这个保留时间用的怎么样了哈，因为是每方一个小时，一点钟开始的棋、那么到三点的话，那肯定有一方会进入读秒。对。那么这种情况下，这里要需要大量的计算。嗯。这一个没弄好，如果人家都跑了，你这都死了，那肯定是得不偿失。对，黑棋问一下呢，他也很难受。你如果先断的话呢，再靠那就。太损了，这些，所以他次序还是下挺好。那他就搬了虎一个甚至，是的。那这招我已经连上，反正你拐我虎过就行了呗。这两个就太损了，嗯，所以他先问一下挺好。所以呢，这时候呢，白棋呢可能觉得直接再跟着硬了，他觉得局部没有好棋下，所以他先在这边呢拐了一个。嗯，这个地方就要拼双方的计算。对，是的。嗯。好，黑棋飞。黑棋小飞。嗯，那是不能让白棋活得太轻松的。对。然后飞这个。嗯。是不是这个地方冲断还是有一点先手？这个我觉得有味道，至少是。刚才我是一直在看白棋虎在这儿是有黑棋硬哪儿的。啊，虎在这，你就是想就看你怎么硬嘛，然后我再决定、就有个尖的挖是吧？是的、你要不走的话，我有可能直接挖了虎，或者他可能就飞在这了，他可能走在这直接来了，飞一个是吧？因为你可以单挖，对我现在就挖一个，挖他是什么团住，能不能够扛住？嗯，对对，虎一个，虎着嘛，虎我就挡住了，虎着也没什么用是吧？对对，我现在冲断，反正你也得硬一个。对他可能你走这个呢，他非能扛住这个局部、先扛住。所以呢，他大概是看成这个有点先手吧。嗯，不管你是走哪贴还是长、他可能在这边刚才这样实战这样飞过来呢，他觉得这边。他如果能走着一下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就可以走着一下长被冲断？好像也不一定、他总的来说可能是什么想点办法吧，什么靠一靠，是的是的，所以他在这靠的时候呢，要在这儿搅一下吧、反正就不能就是说这块棋就这么死了，这也太大了。嗯，看看，他是这样的。他尖的这个小尖、然后冲，然后虎这个住。如果我接住呢这个棋，我在想我们先看看最简单的，那肯定是要走这个。那就冲呗，冲是断。你只能是断这个，太，因为你断这个呢，他肯定吃过来了，不行，只能断这个。对，这也太损了。这有点痛。这即便活了，而且可能活应该没问题，提应该就活了。活了我。对，这被黑棋先动过了，损失太惨重了。这边就单立吧。所以这是不能考虑的。这不行，这会有点疼。所以不能接这个尖断。
你如果冲这个，它是不是就是这样断了？然后这样吼啊，我觉得他说这么，就活了呗，反正我能活就行了啊。就是这样，反正他觉得这样过的话，黑棋能吃掉，还是有什么更好的下法？我也没一下虎这个，虎他搬，虎这个的问题，他搬了虎，再虎看这清了个，吗？这个我不知道。那接实上，战反正是啊，他大概也就是这样猴吧，我觉得黑棋就猴但了吼见一个过就算行，了，反正我就把你吃了呗，对，吃了就是行，吧？实胜还战是挺大的，呢，对，所以呢他冲了黑棋呢就是断了猴，实战呢，所以他下了一个局部的，单点，对，确实这个点怎么也比刚才那样冲过来呢要长得好，好要好，是的。这时候你就不能往下冲了，这时候冲。首先，接住是不是都行？找很多的对，感接觉，了接过来，你又不能接这个，接这个我再冲过来，那就完全不一样是的，了。所以这个点呢倒是局部单的点啊，一先个点一好下，手，是的，还是吃这个，他就吃这个算了，然后白白棋棋吃，断，那白棋活了，好像还可以吧，这边损的也还好，现在我们已经跟他们实战是同步了啊，现在正好是第一百手，刚刚好，跟他们一模一样。现在下刚刚断了一个，那么接下来反黑棋正是不是但基本上是只能总冲能嘛，打下去然吧？后吃了。然后我打一个，反正我觉得这个棋呢，一个就活了呗，活了，因为跳的话呢，跳进去冲就对，行了，冲了然接后住就行，最简接单上的，就行。接在这。对，是下面一个眼，上面一个眼，对，就这看得冲很完这清一楚。双眼，这下面接完，基本上就下成这样，应该对，是，那黑棋应该要把这个立下来吗？对，按理说是这样吧。然后呢，白棋大概也得把这个是。虎还是挡虎一个之类的吧，虎一个。那这个图如何呢？这个需要整这体个的棋判实际断。上下半天就相当于白棋脚还是守住了，就黑棋把这一块。这边又沉了很多，或者你大概在这再贴一个，但是你这边的角没了，是这么一个转换。这个转换整体看起来如何呢？黑棋，整体，黑棋我走哪个呢？我很犹豫，我是要把你冲断吗？还是冲断应该冲断不会好吧？像不是太好。那我还是搬在上面吧，要不然就这个吧，这个看起来好一点啊。这个总体来说，我感觉白棋可能还行，因为你前面是一个拆大拆二逼的一个这个棋嘛。是的。白棋因为这活了还是有些目的，原来呢黑棋呢，这边还至少有四目棋，最开始这个拆二的地方，这边差了接近十目棋，白棋这边也吃了不少。但是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一下，他当时这这个，地方白棋有没有更好一点的下法？白棋，白棋大概也就这样了，是对，也吧？就这样了。你要不是，你冲也不好，接也不好的话，你就是实战这个下成这样。就黑棋，他当时可能是这个觉还得没有，挡，挡一个不太好。他应该是觉得这个什么什么靠一靠，他可能，这看不清，靠，因为这有个冲断。对，冲断的话，我能不能？我想想，我尖能行吗？这个。他是不是觉得这样穿过来不满意吗？从这穿过来怎么样？哦，你是从这儿穿的，从这我儿是不是有穿，别的下法？从这儿穿是不我是还这行？冲断一下，你冲断一下，那我只能挡住，断我肯定得贴住。这样挤是个打劫是吧？打劫可能白棋太重。哦，只有胡打这个打劫是吧？对。冲了这个。但这可能白棋不太行，这个劫可能没有合适的劫材。对，白棋胡打这个靠这这个劫，白棋个。即使，就说你在底下做活的话，我就算了，我就把上面吃了，还是挺大的目。这中间也不能乱动啊，这动了有可能损。我如果长过来，你冲断，我再。
哎，我看看，我先如果冲断，先冲断是吧？贴，我如果就长。嗯，单长，我刚才看的是什么状况来着？你说冲断这个，是冲断，是不是这儿有个冲断？对，但你冲断我这个地方冲断是不是先手啊？我是觉得这个先手的话，这底下都快活了。不是，现在我这边冲断，对你上面是先手。再给我动手的话，就好像黑棋有点不妙了，看起来。对对，做一个。就该我动手的话，我觉得我几点搬粘，我觉得这个棋。我觉得黑棋有点杀不过，这要死，这看起来黑棋要死。嗯。他可能是有些担心吧。嗯，是的。那你如果不能冲断这边，你就只能先冲断外面。嗯。冲断这个。冲断外面。冲断外面的话，它是冲断。你要长一个吗？还是单拐？哦，这好像也不太对，这被我一手打死了，要不然就。嗯。或者你这样先搬试探一下，试探他一下。如果这个搬他只能断的话，那这个就这有一下打的他就争不掉了，起。或者我不跑这个，我先尝这个。单长，嗯，或者挖一，嗯，我就挖粘嘛，挖粘是吧？对，我让你唬一下嘛，本来我怕你不，嗯，因为你打我冲过来，我好困难，这个、然后我再断这个，只有这样吧，这可能好像黑棋也有点困难，这看了黑棋有点，因为你冲这个，我这个挖吃，你即便你这个后手再把我吃掉，我先冲一下吧，嗯。你即便这个地方能把我吃干净啊，我们先暂且算吃。就算你吃了，然后这边这边该白棋下也不、你可能得先打一下。有点顶不住的感觉。嗯嗯，这样。对，这样的话，有可能长。这样的话，我即便再搬过来，可能或者是我觉得黑棋不太妙，黑棋不太妙。这吃了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就是大获全胜了，不是这样。你这边付出代价太惨重了，就不行。所以他也不敢挡这个，当时飞的时候，不能随便乱吃、嗯。所以他后来选择了这个藤泽里菜，选择了一个比较简明的下法。我倒是觉得实战那个图还黑棋还不错呢。黑棋是吧？嗯嗯。我看看黑棋。黑棋还不错，这个图。金彩英呢，说明也是这个混战的能力也是不错的，我看了，是看出来了。这个都是也挺善于混战的，都是练出来的。不能战的话，估计现在成绩也不行。嗯。它实战是这样的，这个图，对，就是这样，糊一个，然后点一个就好使，这些做完了，算了，就这样，双方也算是一个和平的解决了这个，把这个长下去了，对，跟我们刚才摆的图是一样的，然后它是拐了一个，这个，它拐的这个。拐这个的话，拐一个白棋，拐一个还挺厚实，因为这有可能就冲断了。本来冲断我还有点担心你往这儿冲断了。现在白棋就怎么自估吧，这中间这可能不能全死了，这个肯定不行，白棋。死了太大了。怎么利用这个地方现在很重要，很关键，怎么定型也挺关键的现在。是的。刚才目前显示是白棋胜率搬一搬好一些，但是这个也很接近，目前的局势看起来还比较接近，这个是现在下到这个拐，目前我们跟他们是同步啊，是黑的藤泽里菜，也我觉得也挺有实力的，这个地方怎么下呢？搬一个，不知道啊，搬这件事，那我就处理中间嘛，打了长是吧？气了也蛮大的，待会被拐冲过来，这全死了也蛮大的。这个不知道哪个更大，或者是再飞一飞，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这个图，不知道哪边大，是这边大还是那边大？但是你这边局部如果走的话，好像你走好像也不太好走这个棋，你拐我也没连上，好像横竖我也是连不上的。那怎么走？连也不好连，倒是长一个，
这很考验制估能力的时候啊。这中盘的确实是，又需要实力，又需要计算。常被他搬过来，好像这个有点重，感觉白棋。搬这个对，搬这个彻底搬断感觉常不太。了。这还没连上，你小心全进去了。要不就拐呢？那如果是直接拐，是什么情况？拐它是不是有可能冲断了？你这要冲一下吗？如果直接。接上，这里面没什么棋吧？看着，这实在边不将行，我来这再打两下。也有个冲了断，我这边连上以后冲了断，还是冲了断有些借用，有些借用。有点借用。这边呢是怎么？对，每个局部都搞不飞清过是来？什么状况。这个是有个单飞是吗？局部。局部好像是有棋的。我这确还是实搬过来，有点不知混道这乱个了地方棋。到了一个，我觉得这时候也挺重要，怎么造？也正好我们先，现在正好下到这儿，那对，么这棋呢就是，告一段落，差不多，对，这接下来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对，面，应该说是很考验白棋的制估能力。当然黑棋怎么下也很现重在要。呢，反正从胜率来看也还是很接近是的，的，是的，没错，所以可这能盘棋还算比较焦灼比较焦灼，可能双方也快进入这个读秒了，我觉得，这3点了，已经基下本了上两个有一小时方了，要进入读秒了，最起码是。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吧。一会儿见。天元围棋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2022胡盘杯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日韩之间的对决，就是由藤泽理菜执黑对金彩英刚才为大家讲到这儿，就是这地方黑棋刚刚拐拐了了一一个，个，然后白棋拐，这局面都好艰难，就是觉得。现在就是这个棋，白棋怎么，应该白棋控肯定是很多了，全盘，白棋这个实地非常多，对，黑棋呢就看怎么在这地方能围多大，这个中间的这些虚目啊，所以这也是差不多进入这个棋最关键的时候。然后黑棋拐了拐，这个，然后白棋搬。我怎么觉得这个黑棋这个拐和这个拐？如果让我下，我当初我肯定还搬是在这搬儿。上面的，对啊，还是说第一个，我还不如搬在上面。搬反它正可我能的也是目拐标是在中央嘛，然后我就贴过来就完了。下的简单一点。对，你贴我可能也只能接住吧。接上，反正你还是没连好。过会儿我再，这地方我是走什么都不知，哪个才是对的？你如果现在我再不把知这道。拐住呢，我在想，就拐这个是对啊，因为你现在拐住防住白棋这个飞，你断有点先手嘛，吧？啊，是也这不个一意定思。防得住是吧？飞下来，对，断一个冲断差一气，好像。可能这地方它有点不他太有点好定难型，受，他你这被边压压一出下来又你也不得到，舒服。那怎么办呢？因为你这个地方走，你也不能断，断一个被白棋挤先手，先手补断，所以他可能这地方这两个子还挺大这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图，就是觉得黑棋下得很舒服的那个图找不着。你贴的话，白棋多半这个也得跑，我这样贴出就去，贴出来，就这样，就白直接棋给它多半贴也出是来。拐头，待会这两个子有可能给它留下。但这地方被一拐头也很难受，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在这边攻过来跳，我是觉得这个黑或者棋如飞果攻说过来，能不能？让它活得很轻松的话，是不是这个目数有点堪忧反正这两个子好像挺大的，因为你被白棋拐过来的话，这边还有飞，有点是先手的味道。的，这个时候就有点乱了，看看谁能保持清醒啊，把这个局面给把控住。这实战这个拐，然后白棋白拐棋头，拐过来，这是打算要总攻他吗？你说黑棋是对吧？呀，
我是觉得黑棋要把它全留下的话，好像也不太可能。这人家总能活出来点，就看活在什么地方，活哪边了？看黑棋怎么个活法？搬，而且连搬。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一个判断大小的问题。白棋是觉得这边大呢，还是这些大？因为你搬这个，人家很有可能就断打了，吃这几个子。是的。这时候其实，我怎么觉得如果糊一个，在这边那我就长，长嘛。我把这边冲过来，是不是也挺大的？你能不能冲接住？我能说接上吗？不知道我能不能这不知飞道，下来，我这一下也。这也是很晕的一件事儿，真。那我就先，只能先走这个先吧。冲断是对呀，我先走那个不行啊。我怎么，我觉得先走这个也不太行。能断我拐。我这也够损了，这也是。然后我只能这样乱打。接上，然后我就把这个吃了，对，吃吃这过个是吧？这样，这吃的也很不愉快。待会被你爬过还是先手？先手就爬过，我这边只要能活的话，感觉好像黑棋也没什么意思。我好心疼啊！这被爬过，也没什么意思，你也没有办法呀，对也呀、啊，只能吃在这。我就不吃在这儿，我连这好像连不回也去。不太，我就先手走一走这边，因为你这还，我就算哪怕长完尖一个，我觉得黑棋都没吃到什么东西，这是。是，我是觉得，这地方好像这个形状很难处理，感觉。总的来说，实战这个白棋呢，它是选择了就这边，就这边。我当时觉得长完把它冲过来，你大概只能差不多在这边尖一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断一个怎么样？断一个便不便宜？单断，断我就下把什它么都提了吧。提了，是吧？这样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图，这个街它等于是绝线，它对待会对，儿它底下还能收一下，不是这个得判断，就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反正他实战呢，他是选择了这个，这么想，连扳过来，连扳过来，显然就要弃中间这些字。不过我感觉刚才那个图啊，因为他这个冲了，他这个挡先手，我还挺心疼的，被他挡你下。觉得能提到这个是吧？对，他把这气紧住，被你挡先手，我有点疼，所以我是觉得白棋可能还不错。你就说虎了，再把它冲。是的。看他实战怎么样。那现在黑棋它没有退路，你不可能退再被白棋虎，它只能是对，这个没有。打这个。打吃，接上，贴贴，一个，然后他刺一下，刺一下，这是他的权利。来给黑棋留点余味。对，总的来说他就把这几个弃了。这么弃的话，倒是黑棋也有收获，我看这吃的还是不小，看那起来。蛮大的呀。他基本上就这边再打一下呗。是的。这个吃了，我觉得比刚才那个吃了这个要大，感觉。你觉得这边比这边大是是，吧？可能是，我有不可知道，我只是以粗粗的感觉，就不知道具体的目没数过，这有多少目？1、2、3、4、5、6、7、14，15、16、19，差了接近20目吧，可能，因为刚才亮虎了是冲他断过来，你提嘛，对，从这几边10、13、14、16、17，你还有这个挡先手，20多目。他现在这个打的是关键，你现在这边还是一个负担呀，这白棋没好，可能确实不如刚才虎了冲过来。我现在这个棋，还真是这个就需要判断，这判断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是觉得吃的这两个子好像没多大，对，好像可能应该这个扳可能是有点问题，也许应该就这边虎了，把这个，那个图，这个1分钟的时间，这确实真的是不够用的。打这个，他基本上就顶吧，我估计对，很正常。怎么能把这个接住吧？为了接住这边被先手冲过来，这个还没活，肯定基本对上啊，就这黑顶棋这个。现在要堪忧了，这块棋的死活问题。现在这个棋，这样，
以后是不是这个地方我就大致的定型，是不是还是冲这个好？冲这个，冲个，你毕竟这个是先手嘛，这个挤还是先手。那我就冲一个对吗？冲，我也不太会。冲还可以吧，冲那就冲吗？嗯，冲吧。啊，冲吗？这样吗？冲，我这挤还是先手。反正你就是先手，差不太多，反正你接。反正你就是先手，嗯。我是觉得这上面是不是锦珠它气啊？可能这个气也不一定锦珠就好。嗯，冲一个好一点。好一点吗？嗯。反正它急你也很难受，你也是只能接这个对对对。现在这个棋目数怎么样？我看看这个地方。算数数目吧，现在反正我们也跟上直播了，他这棋是的，是的，他就下到这儿打吃顶住这个地方，对对，十，十四目，算的比较撑，是十四目吧，十四目有点撑，十四目，七十八，算跳进来这样收，十九，二十目棋，二十目应该有，这两盘加起来二十目，对我记住了，这一带呢，二十目。嗯，这边就是七八九，十五，这刚才是十八目棋嘛，对，十八目，哦，应该是三目，嗯，十八，三十八，四十六目棋，铁目四十六目，这块棋还没完全乘上，嗯，这个可能不止六目棋，这个地方因为将来跳的话，被白棋冲了冲，黑棋还少点是吧？嗯，说不定黑棋就贴了。贴了被他挡住是这样，那就算六嘛，暂且算那么算嘛，这地方就算四目吧，黑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五十六十七，三十一目数到这，嗯，三二三三三三五三六三一三八三九四十，五十五一五十三。黑棋空倒是也不少啊，五十七八目。刚才这三块加起来三十八，嗯，然后加上面是吧？嗯，三十八，那白棋上面总还是有点、那个、对，这边有一目啊、哦，是的，这边就看出力什么样子，这说不定还能成两目。这地方长过来，长过来有先手味道吗？长过来是不是？这个黑棋如果说这中间下的比较厚，再打入，对，打进去的，走多几个子打入，嗯，还是看这地方怎么定型。总的来说，目还是黑棋好。这个就看这边，如果不算白棋潜力的话，黑棋大概盘面十几目，十二三目。对，其实还挺接近。嗯，对，这棋目前显示胜率也是挺接近的，黑棋是40%，这棋是贴六目半，四六。也就是半目，其实就是半目胜负。如果真的双方下得好的话，这个是太艰难了。这个要下成就这个胜率这么平稳的下去，然后就拼最后那半目，这可能性不大。冲了一下，冲了一下。嗯，跟我们摆的一样，基本上他就是打了，然后白棋提了一下，黑棋白棋然后再冲一个，黑棋断掉，这个还没下。嗯，那既然他冲了，我估计他应该会那么下的吧？他可能着急，没有别的什么招吧？这个还没有，他是冲完了。他过一会儿肯定是要挡掉的话，不然被这黑棋扳过也是逆手，十目墙。这个有点大吧？这个走完了，而且跟这地方还有先后手还有点关系。黑棋厉害是先手手，对啊，是的。这边的定型，但是我这边有一点尖一尖，有点先手的。有鲜味吗？尖他挡，这是不是先手？就是尖了顶在这。哦，这其实是尖了顶住，是吧？也没有，这边气太紧了，这个地方，这边黑棋气太紧了，自己毛病太多，不能挤过去，可以把你断掉。对，我这地方太冲了，对，然后就尖了一扑什么的。尖了一扑，然后待会儿就挤了，要断了。对，这气全是紧的，黑棋这边断了，所以这不成立。跳一个，基本上就杀这块的手。这边这块棋就不用想这事儿。这边没什么先手。而且他这个打，实在不行的时候打是先手。我藏在这，
冲断，这边如果冲了尖断，嗯，这尝一个还是有点鲜爽，有鲜味儿是吧？有点难受，飞机如果只能在这边顶住的话，不然的话我就打了，嗯，打了一煎过来嘛，煎，嗯。这吃完以后再一冲断，那黑棋全进去了，对对对，嗯，这不行，看看它有没有长啊。对，他哦，先它打果然把这个挡掉了，了，先把这挡了一下，黑棋粘但是上，这种，单粘的，对，他将来怕下忘了，被黑棋你收了就太痛，这被你说的话要，这要哭了，对，再没尝，对，看看它这一带子会怎么处理，不知道是中间尝是它可能堵一贴个还这个。是怎么着。这个局部怎么走呢？我能不能正在这边呢？对这边有些照顾。嗯，你如果不尝这个的话，它是不是待会可以加进来啊，那倒现在倒无关呀？紧要，对，目前应该不对，会走的，这还是比较细节的地方。就这边，震一个，正一个呢，但是讨厌它这个尖一个，尖了扳一下，这也挺头痛。有点头疼，这个地方怎么定型？如果直接飞，它肯定是往外贴。如何才能找到最佳的这形样的状？话呢，它这边有些先手，然后这边再下去呢。这跳也会好一点了。对，不管怎么，它可能是，飞一下是吧？我这里面算是能活吗？我你如果想能先活，手活的话，你再捞一票是对，我把上面守住。但上面守住也未见得赢，这个打也吧？很太不大。行。啊，他看他怎么定型嘛，他是先冲这个，他横冲一个，他是不是考虑先把它冲断，然后再尝啊？对，他应该就是想那这先把它冲断，那就是看得很清楚，这个还没有啊。他如果冲断然后再尝，那就绝仙了，肯定你不能不赢。看他是冲断这黑棋得硬吧？不硬好像我不怎么硬，你看关着。键也下不动嘛，对这呀，个。这外面，这地方这个形你要状不看起来也不煎一对个，呀。煎一个，小尖。反正他这无论如何，他肯定能舒服到这一是下。啊，这个肯定能尝你只到能走这个，基本上。的。你这下还很难受，待会被人家这走两下，这个打肯定是他的权利了。现在，这跟脚上以后的目数有关系。他是不是就地这样做活？靠一就个。地能活吗？看他下什么，他也不一能定冲断，挡住。不知道他冲一个，有可能就冲一下，冲完再长，应该被他接住。那应该要断吧？觉你如果我是觉得你如果接在这儿的话，这，虽然冲断是有点过分你冲断我双过来，可能直接来，就要杀我了是你可能就虎一虎还是什么，你长完虎一虎。就虎一个。可能也确实，黑棋自己也很多毛病。这对，你尖看确这实是冲也断是很明确的那一些个毛病。问题。正手呢，这正常来说呢是长这个。那他是不是就这样长完，这样飞活了？那白棋还是下的挺愉快的。他这边呢还能成几目棋？对呀、啊，这目还不小呢，这看起来。断了。来了，冲断了，这目前，这个棋反正这就好是像说，每一步棋都很重要了，怎是么的，定型？因为现在局面很焦灼，非常接近啊、哦，他贴了一个，我这贴一下得够撑的，贴反一个正，呢，就是将来自己这边搬，自己对有呀、些毛病。虽然你对白棋来说呢是有压力大一点，啊，对呀、啊，但是自己的将来也会有一些毛病。现在还能长着吗？长它会不会反击？啊，这么狠呢、啊？这样了。有可能反击吧，现在好像。那他不能冲断吗？我想想，我断哪个？我这么断，你只能这么断呀，但这你么断断。完你自己也有些毛病。我先把你断了，然后我再辅助。虎一长你很难受，这棋。你虎不过去，这被我提了，这有个打劫。哇，这很所拼以啊！他也不见得现在马对，上尝这个，不见得尝得着。我这得算气啊！这街上这块没活呀，
那应该白棋杀不过吧？我的直觉是白棋杀不过，黑棋气长，我觉得。嗯，一二这三四五棋六确口实黑棋，棋有点长，如果粘上的话，这个过加点去好像棋不太好长可能棋。现在不一定能长着。哦，他算了，稳健。他先飞一个，这个没有。但是飞的话呢，它会不会搬进来？搬进来的话，它断角是什么呢？我这样也没什么，我即便加了，这样滚一圈，哦，那问题不获大，利也不大。问题不严重。或者你搬的时候，我还实在不行，我就挡住呗。断就挺好的，好像就断吧。断了也没什么。我觉得断一个蛮好的。哦，这飞一个好像这带白棋的棋形处理好了，看起来。你慢慢嘛，将来总是你的这个差。哦，这种地方这精彩性还是蛮强的，这整个的处理。现在的话怎么办呢？又压一个正常，如果你不能搬不行，压一个。那那这我下是不总是想就可以藏一个，对吧？能藏到总想藏尝到了，总好的。我就是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我就赶紧把它尝掉了。刚才是尝因为完。老担心这人家会现在你是不是说是藏这个？就尝一个，那你搬进来我就把你断了。对。啊。这个其实最后可能还是得在这一带怎么？得想点办法啊，最后的决斗的地方。现在问题是，这个他这个白棋把黑棋断开以后，这块棋黑棋自身啊，也还是有点薄。是的，他比如说这种地方对，把你刺一刺刺，掉，这然后聪这明的，个时候尖再把你这上面也，就是黑棋也不是完全那么的厚，他这那下切一没个他就藏，他尝直一接个，藏。但是你如果不藏的话，我这时候我这要现在。我真的搬你，你如果断我这样一夹，那我就辅助吧，我辅助无所谓哈，我对，我那个什么一点，糊掉你就藏是吧？对，我会什么一点，我就不要那么，也没关系，好像，对，问题不是很严重，当然能尝到当然最好了，我尝不到我也不是很致命的一件事。现在黑棋基本上就是在这边走几个先手，以后在这边打入下对去，对对，应该这是这总么。体来说是这样。那这下基本上是白棋的权利，就把它看成是。总的来说，这个棋黑棋怎么定型，可能还难一点。白棋跟着硬就行了。是的，在这个时间的催促之下，能够下出就是很完最整好的的。整形的这个形状，非常不容易，确实。因为这个整形其实是很难的一个环节，对，非常困难这件事情，这种定型啊，后半盘对，怎么定型，往往影响到这盘棋的胜负。我记得原来这个陈耀烨好像这方面特别强，后半盘是吧？都，后半盘，我觉得现在是比较强势那个申真谞，我觉得他后半盘真的是，其实他前面一百手也就是跟差不太多，大概，有的时候还落后挺对多对的对，他里。各半吧，领先跟落后，但是他呢，可能时间上，他还下是得比快，他前面用功，可能前面很多对，的棋他形都很背的，熟，他背的，所以呢，他时间上占一点优势，是，然后他到后面一对你一冲击，加上根本时就间，顶不住，是对，你就顶不住，所以最近，但是呢，我们最近不是最近看这个棋啊，这个李宣豪，我们中国好像棋，我昨看他天这个棋下质的。量也很高，好像。太强了，我们表示惊叹。我从头到尾，好像又多了一个，他们还叫宣公之，智能是吧？宣公以之。前只好像只这么叫过申真谞，应该都很厉害了。我觉得叫这个的，就昨天的棋呢是，就是范廷钰，他只是，有我一觉得丝也的，不能说是破绽，就是说他可能那个地方他觉得他那样下没有问题，结就果是没想到被人一个家二小龙小出的，来，对。然后一般。搬你不挡吗？你不忍不下这口气，然后，就是右边的地方，然确后实。就完了，然后这棋就江河日下，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不会动了，看来这太个强了，实还在是下是李宣豪最近确实是还是的，真令的人惊叹，棋的质量很高，下的真是，好，他现在把这个给吃了，是，吃这个，这种棋是单打好还是立掉顶？目数来说肯定是立掉，你如果对。打完被提掉以后被搬了搬。它这个棋形是这样子，如果说你单打了以后有虎了，一路搬粘的这个人家的收官手段，就这儿算你的情况下，但是如果说先立一下呢，这个目是这样，小将，
吃，就把这个打掉吧，就这样吧。嗯，那他现在白棋肯定要补这边了。嗯，这样怎么围一个？走这个跳方也是一手，飞一个。嗯，围控的角度来说，是。不过这个棋你是不是就单顶就可以了？差两步算了，因为你这样的话，将来被飞机点一个，这里面味道不那是就这样啊。他单顶，然后这对下我留着，单是顶吧？呢，其实他也，他打哪个？还那是他打这个，将来黑白棋跳还是先手，嗯，所以他说不定也还是是打打这顶前个，的，对。哦，所以这种地方就很细节，我这一有下看打，过，我有看过被人家下到这儿。对，这个地方打一下，并不见得便宜，多了这一目棋啊。对。黑棋拐掉，应该是白棋不怕的。嗯，那么就是说，他打到这儿的话，这个还是有可能对是对，先手，是吧？就千万大家注意，打在这的时候呢，他有可能是跳你的，将来再点这个的时候，他就有是个一跳路的。跳了。对，他本来是一路有个一路过的打劫过的手法。哦，他实战是。断打的时候，白棋先去哪？白棋啊，先白棋尝了，藏掉了，终于尝到了。对，他觉得这个，现在我可以尝了。这个舒服掉。不过金彩英这种地方还是挺细节，还是把握的挺好我觉得金彩英大概实力应该是第三名，在韩国的女子里面，就综合来说，她之前在吴清源杯女子，她第一届冠军嘛。她赢的就是崔金，她当时赢的崔啊，金，二是比的，零赢的，我觉得她的实力应该就是在崔金、乌有贞之下呢，她应该算是第三，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实力当然大家都看到了但崔金可非常强大，毫无疑问。当时他说他赢了这个崔金，拿了这个吴清源杯冠军以后，他觉得自己超越了。他说，但有这个说法，他就觉得好像自己那他信心可能上来对，可能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了。这还是不一样。而且他在国内的大赛中也赢过崔金他还是尖的，啊，他可能尖完，他是尖的。刚才还说他细节掌握得特别好，不过他如果再走一个的话，这个点可能性不是太大了。这一下是不是要打那掉肯定要打掉，你不打的话，人家挤掉了，应该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走啊？就走完以后，那我我觉得在他哪？棋好强啊，真的是。其实我觉得女棋手也都进步了，现在。对，是的，我觉得，没错。中国女棋手也进步了，这一点。没错啊，当然我们现在除了就是刚刚昨天输给金彩英的吴一鸣以外，还有四员大将呢，后面是李贺、陆敏权，还有就是周鸿祎和郁智英。对，应该都是参加亚运会的，哦，但是是吧？实际上这次，就选拔选出来对对，参加这个女子擂台赛的争霸的都是参加亚运会的。对。包括吴一鸣也是在亚运会选拔赛里面哦，表现比较出是，色。这吴一鸣在就是，就除了顶尖层以外的话，我觉得他的实力已经相当好对对，他应该就是说，从最近这些棋来看，他是也的，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嘛。没错没错，除了顶尖就肯定是强对，而且他才16岁嘛，啊，对，年轻啊，前途无量。也是将来应该也是，肯定是我们的。女子的顶尖棋手，说的特别逗，因为她是江苏无锡人士，跟那个郁智莹是同乡嘛，就觉得是不是江苏无锡的女棋手特别厉害。可能也有点关系吧，只能说，因为她可能出了郁智莹以后呢，那边的围棋可能发展得更好了，是就是说的，是就愿意学棋的女棋手可能更多，这个基数大了以后呢，就更容易出这些好的是的，苗是子，其实。的，是这样。对。他飞了，他果然是飞了一个跟刚才黄老师摆的这个地方一模一样，飞在这儿。这个棋呢，反正好像也进入关子了。反正黑棋，要不就第一杆总点一是点下，一下，点一个呢，他多半也白棋也不会在这个再继续看中这四个字了，多半对，就这样。是的，就是是他是点，还是有更严厉的手段。还是这边利用这边的保卫，或者下得更紧凑一点。这边可能什么飞一飞啊，这边的死活，飞一飞，大家敢不敢硬了？飞这个，他，这能硬吗？这如果说硬一个，硬，比如说什么说什么你加再进来，尝一个，我也不知什道么硬下一些不硬。强手，因为我觉得现在如果正常的
收的话，我感觉上是白棋控好一点。嗯，如果你不下什么，特别厉害的让这招边是白吧？棋围得太舒服的话，嗯。啊，反正他还是这个藤泽里菜呢，他实战是点了一个。嗯，这个还是比较符合常理的吧？这第一杆都是要点方点在这儿的。哦，啊，藤那泽我里觉得菜，白棋大概不能再纠结这几个，正常嘛，就这样跳走一尖走。一个，硬一个是吧？哦，那这然后接他下什来的么官司要怎么不知说道怎么什么靠一靠，我觉得白黑棋总得想点办法或者是什么，得把它压缩一所以下，我哈。这地方我也很纠结，是尖这个还是尖这个。你今天这个的话，会不会被底下点他一下？是啊，所以说这个棋呢，这这也两挺目讨棋，厌，这挺点讨倒是厌。还好，点我就压住了，现在现在算压住了，对没？哦，但是现在你压将住来什么靠也靠了力什么的也有可能，了。哦，可能还是这尖在有这点边好乱，像厚一点，缠着。靠一个，要不就靠一个，靠一个会有可能被扳进哦，靠一的，个还会被可扳能进去。尖这个吧，尖这个还是感觉它厚一点。嗯。小尖是吧？看或金彩者英这一他带会怎么是赢？要不就往外尖这地方，嗯也有可能尖这个，尖这个把这个连上也很厚。嗯，看金彩英怎么定型啊，他先对，刺一下，这一带他还瞄着黑棋呢，看起来。刺应该是先手吧，这地方，这总得硬吧？这不硬不行。他是不是考虑在这种地方先走两下子？走这个，这个怎么样？这个。我大概不会再应你了，哦，我硬了就钻进去了是吧？有可能，因为我这挤你也冲不断我反正也不不嘛。怕这死地方啊，啊，这个地方是先别落了后手，手，待会儿被这儿冲进来有点惨重，别看起来。那我还是得硬一个吧，不知不道是尖这个还稳是健尖的是那个硬一个，哪个尖的问题？如果你这样硬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撑还住是有了。点撑得太满了？这个撑住，撑得好撑吧？的，你就现在真被点一下，你真的是很难过就点这了。再问一下，你不知道下哪个。只能跳，那你还留一般？一般来说没这个感觉。我是想，你要点我，我是我，那我就把劫留着吧，你打吧。反正我们刚才数目的话，还是很接近的。对。但这个劫就打起来就但是呢，白棋刚方才一向不下好多说了，成了十多目，但这样这又黑成棋也了一涨了些，一点，黑棋也涨了一点。我觉得可能是白棋稍好一点，看胜率好像很接近，还是没很有，接近依然很接近，白棋60多一点。那就是说半目胜负，如果是全是完美的下的话，嗯，就是半目一目半目胜负，下到这个时候，基本上不太可能 能下成那个样子，嗯。他刺了一下，那刺完了打算干什么？那还是就只或者是再打将，冲一下，冲一他下就也冲了一下，行。果然。因为这个冲还是一个要点，冲一冲完了这个，你如果不团，他团先手。团呢，因为你团的话，他这边目首先至少防住对，你是跳。的，你退的话呢，那他总好，退的话他有可能挤先手。是的。我觉得冲可能黑棋不能再硬了吧，这个棋。果然，因为你再硬不知道硬哪，嗯。所以他也是拼了。黑拼心了，了，哇，这一飞下进就好去，像突哎，然这个变就得，激烈了，对现在的情况，我如果这边有黑白棋，比如说我们贴，那我就尝下去了，比如就说我闭着这眼边睛，有两个先那手也的不用话，看了这喂，件事情，就看能不能吃了，就赌这块棋的生死对问啊，题。这边的死活是个什么这边已经状况？先壮烈了，是吧？这边我如果搬下来，我搬下来，我不觉得你能把我吃了，那我就走这个呗。那你就简单的就对活了呀、是吧？啊，然后我爬一个，我把这个，对，我做个你眼，接，还不能行吗？那他就要下一点，这个地方怎么面你眼？我如果点这个，点这个我长呗，长局反部已正经我就活了是对，吧？反正你我看要这个保证棋，我活，因为你我拐得这地活，方一到虎就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活的。对。但是这你拐这个呢？我们看爬完，这个是一个局部的，你这个你有这个几先手，怎么都活了一道对虎，对，所以呢，这个棋呢可能也不好杀。我看了这个我棋，活的，那我就要看求这个地求方，活，看这地方白棋可能是攻一攻，
它说不定那个点飞在这边吃中间，啊，但是这边也是这个好像损失有点惨重，这吃这几个子能挽回这边的损失吗？我觉得好像白棋这个冲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是吧？嗯，过了。嗯，感觉他总是攻一攻嘛，他可能是先、无论如何他得这个棋，白棋无论如何得点这个。嗯，但他如果能把你收得很惨的话，也不一定这个棋。我就说白棋如果黑棋活得特别苦的话，你如果活到最后这几个子也吊着，这中间也欠着一点的话，这边我再怎么，再怎么迂回回来的话，看，反正你如果吃这四个，你这两个你就吃不掉呗。嗯，就是反正上下你只能吃一边。嗯，估计也还是很难解，我觉得就是说，这好像看起来黑棋白棋胜率掉了很多呀。啊，刚才相比将近30个点。搬这个，那你就是，那黑棋就像你刚才说的，加一个了。那他搬完，他肯定要走啊，就这样接住。嗯，这也得接住吧，这不能被吃。我是爬一下，我能爬一下吗？我这爬一下爬不到是吧？你爬可能他肯定飞点这边。我。你不愿意被拐一下？对啊，我这被拐一下好痛，好痛啊。嗯，那他肯定是，什么？是不是顶都有可能？顶你尖，尖我冲。哦，这个你可以把我弄成一个假眼，是吧？对，我冲这个。那我粘上呗，我这样你先手吃了，那我这被拐一下，我心疼了。但是你拐首先能不能拐着呀？我这边这还有虎这种棋。哦。都有可能后手了，我就走这边了。那好多了，我拐一个，我得做个眼，然后两边力都是先手，我简直痛不欲生。我觉得黑棋好像不太怕，黑棋这样下不太怕。那就虎在这儿呗。对，就虎在这就可以。嗯。我看他实战如何了。这确实，刚才好像白棋是应该在这儿守一个。对他可能还是想再便宜一下。他想这便宜他两下。对对对，那黑棋无法再忍了，主要是。对，谢。不知道走哪了。你不要以为藤泽理菜一直就下棋是按部就班的，他就不会冲击你了，不是那样的。嗯。那白棋是不是得赶紧把这个飞回来了？这不飞回来。但你现在他已经搬了呀，我加的时候你不能，你这被我吃那不是白亏了吗？是啊。嗯，他肯定是要走的。现在觉得现在白棋可能有点难下，这棋有可能被翻了。嗯，告诉大家，这翻盘不是没有可能的。对，应该说，其实这时候就是金彩英可能应该还是确实应该忍。对，其实这时候我们刚才按照刚才可能煎这个，好像白棋控还是不错的。我当时按照我们刚才形势判断，挺接近的这棋，依然是。前面是多12目嘛，你这1、2、3、6、7、十，22目。但是呢，白棋呢，我刚才没算这边，这地方多了10、13、4目，加上这中间的，4、1、5目，19目。盘面黑棋好一点，很细。是的。对，他就应该慢慢下。他现在这一下呢，他搬这个呢，这好像一下子就被黑棋这个。藤泽理菜呢，他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个棋确实谁都，如果你跟着硬的话，就有可能就是安乐了。我又换个人也会这么下。对，他肯定要拼一下。你有点太欺负人了。你最后如果白棋最后得飞这个的话，那这也太惨了，这尖的长，啊，尖的可以跳，你贴一个你也只能跳，那也还是。很惨的，依然很惨，这底下十几目就没了。对，这可差不起。这个目有点，这差不起，这绝对是。看看他怎么走吧，现在。这个时候肯定也是双方也是多秒，但是呢，这个棋呢，也不好说。虽然说现在黑棋呢，应该说迎来了转机，但也得下得好才对。可能也就差那么个一两目吧，我估计胜负。依然还在很紧张的时候，因为你虽然这儿冲进去了，但是那边你也是有损失的，白棋也还是有所得的。白棋是有所得的，不是说没法回头了。他有可能这边先把你搜刮完了之后，再把这个飞过，也可能也差别不少。对，也没有你想象那么多的。但是这胜率确实是已经
往黑棋那边颠覆了很多了。嗯，刚才是显示的胜率是白棋是65%的样子，现在好像黑棋70多了。对啊，下得好的话，白棋77了，22。嗯，那等于掉了30多个点，嗯、差了好几目棋啊，嗯、差了30多个点还是有点多。冲一个，嗯，扳着它是冲的，什么意思？黑色棋扳住，冲哇，这个时候发狠了。我先把你底下先吃了，嗯、不给你回头的机会了。不给回头啊！他意思、你本来是可以有飞过的吗？对，嗯、对，然后他再加。但是这个地方他能弯出来，你就一溜贴过去。对对对，刷过去了给他。嗯。如果说是这边也活了，这边也死了，那白棋肯定不行。那肯定输飞了，嗯。现在，但是他这边有个刺先手吧，应该是。那个这个刺是吧？刺完也可能冲，刺有点先，能不能从这边想点办法？如果弃了的话，现在还是接住了，接住他肯定接嘛。嗯。啊，他这个是不是要接？我在想，前面接可能有点问题，我现在发现。你吃我可以拐嘛，我现在肯定是收你中间嘛。先飞一个，对是吧，肯定是要从中间收。飞这个，那我是吃，然后被你拐，或者我被拐一个，我就痛苦的不想活。那我就吃吧，吃一个你拐，我这好歹还能折腾两下，看看能不能小煎之类的。煎一煎。嗯。但是你这边煎它就挤住。挤住我有个靠吗？啊，那我就直接靠呗，我搞那么花庙干什么？真是的。啊，那就靠呗。也是有问题，那这个棋形是不是应该尖这个白棋？小尖。尖一个。嗯，小尖的话，它是怎么硬的？它硬在哪儿才是对的？想想。那我就这怎么的？因为你看成我，如果冲一个是先手的话，你这棋形你本来也不太对，好像好弯这个。是啊，我想着我能不能弯在这儿，弯这个，但是你也不弯一个也不行，弯一个我即使能挤到，但是你这冲了几先手，我挤进你实在不行，团住啊，团住他挤在这儿啊，不知道，我实在是有点晕，看。这时候真的是每一步棋都是。嗯，这非常重要，重要，是的，这绝不能看错。这个地方我已经没有什么退路，是吧？说你靠下来，这被靠住怎么办呢？连不上了吧？被黑棋靠住，是局部是连不上。哦，这而且气紧跑不掉了。那就看这个地方怎么定型了。对，这我如果正常接被你糊，哦，我想拐这个。我知道了。飞一个，他不靠住，他可以靠这个吗？嗯，靠这个你就单挖是吧？嗯，单挖好像也没什么招。挖你打这个，打这个，这样能行吗？能不能折腾点什么出来？我就因为你现在断吃的话，被我打断的话，还是有点打断我，还可以先挖一个，有可能。所以你只能接。但接的话是什么呀？但接他接在这儿，那打出来应该不行。挤掉，挤住。但是这样黑棋好一些，黑棋毕竟这有个打。这有个双打吃，应该不是太怕。我觉得可以长气。嗯。看起来。啊，他尖了一下。啊，这个都没有。嗯，尖。啊，黑棋尖，它是小尖的，然后他虎住。虎啊，如果冲。他就把这两个弃了，对，是的，但是我就看他，他觉得这棋，他是可以活的，是吧？局部来说，挤这个还没活干净吧？啊，他挤这个不，但是我这个先生，这个先生啊，他觉得这两个也不大啊，那他看清楚了，也可以，他这个看得还挺清楚的，孙泽，你猜？嗯，那我觉得这棋我看好黑棋了。
我绝对是。他只要牢牢把这个吃掉。对啊，我已经把这个吃了，然后我就快活了，这不看得很清楚吗？你怎么还能行啊？是的，是的。嗯。那白棋肯定是亏了，这边太大了。毫无疑问。啊，这个精彩已经打勺了，终于等到他打勺的那一天了。可能他一读秒呢，还想再索取一下。是，读秒这刺完了，想冲他一下，这也很正常。现在黑棋活肯定是已经活铁了。嗯。作为白棋来说，现在好像也是只能，你既然走成这样，接上也很难办。他接上，但是这是拐也是巨大。我从刚才开始我就不想被拐一下。对，拐了这个力都是先手，因为你拐你只能做眼，我再立完力，这手就逆收至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目以上，太大了。那我就爬一个吧。爬一个。那本身你现在挤不是已经 对我爬你，对，你已经活了下一手力。对，小心被他待会挤一下，这样还是很大。如果黑白棋拐这个呢？拐棋拐是一个什么情况？拐我就把这个把这连上，对，先接打一下。我不需要这么痛苦的就坐着被两被白棋两边立着。我这简直是我什么时候做成这样？我就今天心情很恶劣。我那是。可能是啊，这地方他这也很简明，因为这个两个子并不大。你接完以后，将来这一地方还有，这还有几是先手？对啊，就是。但这李蔡这样定型也还蛮简明的。是。就说当时金彩英如果飞，有点怕你这个靠是吧？刚才说。对，是说这个靠的时候。可能。而且你吃一个。我先吃嘛，就是咱们下的简明一点啊。对你，我如果拐。拐，那我就可以靠了。靠我在这边冲过来，这我差一气是吧？我这边是先手这个半挤，这个都是先手挤了 B 这个，你是要从这边挖吗？对对对，挖一个你断打，对、断打我长，然后那我这个挤先手，我再挤一个先手，你可以杀那边了。对，是这样子的。这个挤。那得想想办法。吃在后面。那我就这样吧，那我就把这个连回来行不行？黑棋，连回来，你是不是这边有先？对呀、啊，那我这个挤掉以后，这个多个虎，如果是先手，那上面可能就不一样了吧？而且我是不是还有更紧凑的？我反正可能黑棋，白棋可能这手棋。实战还被黑棋太简明了。对啊，人家虎了一接上就看得很清楚了。可能点一个还是这个棋可能复杂一些，我觉得。至少是看得，又看不太清。实战这样下，我觉得好像黑棋现在要有优势比较明显了。现在目前这个局面。目前看起来、他收官了，收官突然他是这个拖是先手。现在开始冷静了吗？收官、这个冷静，这心里面估计已经翻江倒海了，心想这棋居然被我下成这样，这也够可以的。这是不是先手？这是个好问题，这有个断吧？断是没有，是棋是有，就是说现在黑棋是不是着急在这边下棋？黑棋是不是上面更急一点？有没有可能？这个棋也差不多，你差不多也就是是这个还是连回来？连回来好像也可以连回来，连回来是吧？连回来那就急打，急打你是不是有急打？急打我打这个，打这个是吧？还可以打这个，那我还是退吧。对，就差不多退，就这样吧。不行，这个棋还是太大，这还是先手，还是先手，这有点大。对，这先手就断完，这块还没活，这拖退还是先手。他现在也是陷入很难，他觉得这个接住就被爬。对啊，他从他的内心来说呢，还是希望能拐出，能这样接，我再接住，能把你收成这样活。但人家不这么活，人家可以切从上面走。他这边打断，这个本身也很大，所以他呢，他也不知道现在也没想好这边怎么定型，所以他先走这个先手。是的，他先脱退了一下，然后黑棋接上。他肯定正常来说，他对局心里肯定也意识到自己这边死的太大了，损失惨重，他肯定也要想办法再损失惨重。他还是接了。接，那看黑棋会不会爬一个？多半是会爬的吧，我觉得。
爬还是太大。嗯。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打完这个打断。不对，他还是得爬。你不走的话，这个拐还是打。拐的有点大吧？嗯哦，看起来。嗯嗯。但这边是不是逆收应该也挺大的？比如说在这边跳一下。嗯。但首先你这得打一下，你对不呀，打你的打话，不行因为啊。打不着了这一下，嗯，是的。你打就有损的地方，你打完将来这个爬的这个关子又差不少，所以它多半还是单爬，是的。嗯，现在下到这儿，这个黑棋还在思考当中，看看它是不是爬一个，就爬一个太大了，是反不正是？这个棋别的地方，我就看它这个地方，对。如果没棋，我觉得这棋肯定是不行。如果这儿就说死对，了，这跟肯前定是面不够差的。了大概20-30目。哦，这差太多了，实在是，你吃这两个子完全挽不回这上面的损失。他走哪哎，黑棋走什么了？了？啊，他是打了一个，哦，他打他还了，然是后想抢先手，他拼的，但这时候这个顽拼了，强的那个拼了拐，金彩英也意识到自己的形势这不肯利定，了，那黑棋肯定那就就是提先了。提呗，那他就大概是把这打了断一下子，对。断这个，这样，这看起来白棋也不好吧？因为你现在得补这个断点了，你多半也是虎一个。他实际上他打了断已经活了这块对棋，呀，是的，那我就就贴特就，别安心的就补住就完了，就走一个补住就完了，而且这上面你还欠着这个冲呢，冲倒是你气势有点紧。但是，不着急了，反正一会儿再说了，这一是会儿这再样的，说。这边断开以后，白棋还自己还有点啊，对，死活有问就是题，这样子。估计他也就是做最后的拼搏了。我觉得这个，但反是正这就黑意棋这思一断下。了也很简明，对，这确实这棋输了的话，他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心态。这棋领先了很久了，这个感觉虽然说领先的不多啊，总是觉得白棋还不错的样子，就是因为这一步棋这个冲，这真是一招不慎，真的是满盘皆输啊。而且现在这个胜率黑棋越来越高了。只能说他当时啊，对自己的形势还是不够自信。棋这个棋，他补一个，他老觉得不肯似的，对好像，对对，其实补一个也就这样了，没什么不肯的，目前是下成这个样子，棋现在还还没，没有下，他莫非还在想尖这个？不知道，他提了一下，黑棋急打了，应该急打吧，对，尖也没意义，这尖急刀就打的挡应住该是很明显了，这急打完了肯定断掉了，对，后一这轮。黑棋关子很好收的，这是的，白棋自身都很，看得特别清楚，这两个眼，这一个眼，这个和这个一边一个。反正呢，他将来呢肯定是要想办法这样哇粘以后呢，逼迫黑棋这样做。对，他要这个目的都达不到的话，那他就什么都没做着，所以他这个棋也很难受。虎在这行棋形也不太对。我发现你虎在这儿的话，我还可以跳一个，我可跳以跳对一个，也可以跳一跳，个好一点。关键你将来不能哇粘，你就是这我棋，这我就被我打一对，下。所以这个棋形也不见得是虎在这的，很难受这个棋。然后你虎在这儿，你小心我还扳你，扳了断掉，这儿有个断。跳一个，很难受。这有个断，这个贴先生，算了，我不断了，不要乱断了，还是跳一个是不是好一点？跳一个，那我就吃掉呗，是吧？下的简单吃一还点，是顶住？不知道，简顶单在一这。点，顶住，这两个字留着是吧？对，靠。那这样也行。这个我觉得应该黑棋可不，以稳稳的拿下了，对，我这觉个得不容易棋翻了。翻的地方不多了，黑棋很厚实，这全怎盘么翻呢？这棋？没有出错的地方，是黑的，棋全盘，而且也基本上已经定型了这个棋。是没错。所以跟金彩英下棋，看来还是要稳住稳住，在后对，面要稳住，等着后面他慢慢下。失误。等着他失误是吧？那这个，前面就是，其实金彩英从这个连扳开始，可能就下的不够简明，可能还是应该虎完把这个
把这几个子救回来。对对对，那样那个图挺好的，这个局面就比较容易掌握。刚才那个图挺好的，因为你这个棋你后来跑出这一块来的话，总是这一块总是黑棋总是有头绪的，黑棋有一个不安定的地方。我就觉得这个智姑啊，其实催金特别强啊，催金智姑，催金智姑特别强。搬一个，搬了一下。搬一个的话呢，我怎么，我是什么？跳吗？还是挡住？挡住。就挡住他是吧？跳也可以吧。不觉得有什么棋？正常就挡住吧。棋是没有，他就收官应该就是。是。咱就是搬了利益。利益就挡住。挡住。这样黑棋倒也安心了，反正是。不然总觉得这里面什么飞了这个气紧的话，实际上也没什么。但这样反正。就吃得很安心了嘛，现在已经。他确实是挡住的气。将来也大概就是搬战差不多。对。看看这个。这两个都是围棋世家出身。父亲都是职业棋手。藤泽理菜的爷爷也是藤泽秀行，大名鼎鼎。看看谁能笑到最后。那应该是我在想藤泽秀行老先生应该还没有，他应该没受过藤泽秀行，应该指导过他吗？应该指导过他。他学棋。秀行老师去世多少年了？你想想理菜现在是24岁的话，他如果6岁学棋18年级。可能那时候我觉得他可能藤泽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觉得。秀行老师已经去世了。对对对，等他可能会下棋的时候。非常可惜。可能没有指导过他的这个孙女。但是如果说他在天之灵看到这个孙女这么厉害，他也对对对，可以告慰他了。很欣慰，可以告慰他了。确实。对，秀行老师确实是非常受大家尊敬的一位前辈啊，因为他是不分国籍，不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中国的棋手也经常受到他的指点啊。是的。因为那时候他有个秀行军团嘛。对 对, 对。来中国交流。老是带着过来。实际上那时候就是日本的水平，就是大家感觉是公认的水平比我们高一些，是的，比较高一点的。没错。所以他那时候带着秀行军团，他自己也亲自来指导这些中国的年轻棋手嘛。没错没错。他那时候正在巅峰，棋圣我记得是6连霸吧，好像。所以是他在日本来说，他们棋圣就是第一位的嘛。对对对，大棋圣。对，大棋圣就是。没错，是这样子。这个。这是他就是说受中国棋手比较尊敬的一个主要原因。对。白棋搬了一个，现在。这就制造一些头绪嘛。我觉得这个扳好像，他有点正常是想要加出来反击啊，他肯定就希望你这样正常断的话，他就希望这样收呗，就是打，我打，那这样的话还我再能挤着呗，对呀，对吧？挤着的话可能要反击了，但我就哪怕即便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接住，将来能够挤到一个，他也很舒服。这样我看我能不能先算了，来不及可能。你想打断。对，我打断让你收两家嘛。但是有可能被你先这儿打一下已经很疼了。但是我觉得搬这个好像我很想从这边反击。就夹住他是吧。夹住他好像白棋也没什么辙嘛，我觉得。白棋不行吗？这样。看起来是想反击。因为白棋太薄了，主要是这串儿，这个生死还未明呢，还没说清楚这件事情呢。现在这个形势对白棋是非常不利，确实是，已经很难翻得过来了。果然黑棋是加了一个，这地方藤，理菜这个下法都是很精准。对，这不会。对，虽然说不是很难，但是要把不是很难的每步棋都下对，也不是很容易这件事。像刚才那个守一个也不难，但是他就没守。藏一个，那如果黑棋继续往前冲呢？我就把它闭死了就完了。黑棋白棋无非就这个地方有个先手，就算你这个是个先手就算你是先手嘛，也没用啊。然后呢怎么办呢？跑不掉吧这棋。
看起来是凶多吉少，这个棋。嗯，实在没觉得他你自己他是大龙还没活，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有活路吗？嗯，现在顶住我再断，那你就没有什么所得了。对呀，啊，你实在我的绳把你断了都有可能是吧？你顶顶这个？对呀，啊，我是不从这边断都有可能。把它全掐断了就完了。也没看出有什么。这个挖粘我粘在这儿，对，什么没看问题都没有，人家都连着的，嗯，这个白棋不行。或者你单板嘛，他可能单板在这边什么打了挖，嗯，做个截出来。对对对，他可能是准备这样单板。但是问题你单扳单扳你打我就打了接上了对啊底下就这像铁一样对你打不着了全是铁，嗯，那应该不会手软这边，嗯，果然扳一个哦，这地方终于下了两手棋，嗯，就我觉得金彩英也就是最后一搏了对对他最后一搏了，嗯，他也知道这个棋，嗯，棋肯定是不行了毫无疑问那我就断简单断这个点我从这边扳我甚至都觉得啊扳从这边搬下法太多他可能有什么断了再从这边冲吃嗯，就不要看错了就行对其实也，嗯，好像也没什么用我觉得我看我就这样击打好像也没什么气啊，这样踢了会不会一挖吃什么的保持打这个打这个然后打完了再断，哦，有点看有点好像有点看不清是吧那他直接断就完了找个看得清的 嗯这个时候就要看得清，主要还是拼计算。他是搬这个。哎，我们刚才这个，我觉得断这个好像挺……哎，我们刚才啊，对，断那个比较简明。我觉得断这个好像很简明。断这个比较简明，因为你没法吃这个，你的目的是要吃了挖这个。嗯。但是呢，你吃的时候从这边吃过来，这好像……他先搬这个。搬这个，我觉得我就全硬了，这样也看不出有什么。然后再挖打是什么？那我还是从这边打过来的。那还是不行，提掉街上，嗯，什么都来不及啊。嗯，这全是毛病自己。自己全没脸。这个挺简明的。你断这个也挺简明，看他这个扳，扳会不会出一些？扳这个。其实我都觉得黑棋接住白棋接回去就行了。你冲了。我断打了，对我断打，我一起把你这个整个大龙巨杀，对，连起来一起杀。我这边这有断，这有挖，你这下面肯定也没眼，我这个地方随便点一点，你肯定也活不了了。嗯，也没问题。我也觉得这样，他也不太行。嗯，看他有没有点机会。太稳健了，他稳了。走这个呢？走这个，如果说走这个也行，走这个也是一级的。那我这个也同样的，对我还是对我看这棋啊。如果你敢接的话，我就长了把你点死。对，我看这棋可能快那个。快结束了。快认输了，可能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投了了。嗯。啊，说这两个人之前下过一盘棋。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只能提，那没有意义。那你冲击半天，好像还亏了白棋。他长了一个。啊，还可以尝这个啊！对对对，可以尝啊，可以尝这个。嗯，那好不少。那确实好很多。那他只能粘，要粘这个被一冲冲死了。嗯，对。断打的时候他打这个是吧？嗯。哦，这还确实有的地方就是能看左。嗯，如果说这样的话，他把这个吃了吧？对，就吃了。他把这，要不然先冲掉嘛，这个劫。嗯。哎。这上面这个倒不会关系不大吧？那就把这个断了，就这样。不过他这个地方真的是这被挖打两下，有点疼啊。那看来这个地方，他是不是还是没跟我们一样，这个地方有点看错的？嗯。他如果说单断这个，会不会好一些？那应该好多了呀。嗯。单断这个好多了。嗯。但是也不止于，也不足以改变胜负。不知道会不会改变。我觉得好像不足以改变胜负。嗯，这个确实差挺多的，他可以尝一下。嗯，那现在是不是这个最大了啊？这已经有管了。嗯，那这个棋打这个是不是最大？我怎么觉得这个也够大的，或者多过这个？因为你这被我挖粘成最后只能这样，被我双立。好疼啊！嗯，这个棋虎住我就拖过。一二三倒也不小啊，你收六七目，嗯，也不小。
那边还有关系，可能跟这边收气，对，收气有关系。收气，我们看看怎么样吧。如果是这么，如果断打是吧？假如断打，那黑棋就白棋就把这个挖打了。挖打是不是有可能冲过来？冲过来会好一点吗？但是跟上面也有关系。冲过来，冲是能冲过来的。那冲过来好不好？对，不一定，这毕竟差了三目棋。这件事儿，差了三目，这边，可能差不太多，看起来也有可能能冲过来。冲过来不一定亏，好像。冲过来，如果说这个都能打着的话，这还能搬进来吗？我先挤，能挤掉吗？这个地方。先挤。就先挤一下。先挤的话，我可以入城挖粘啊。我先走这个，单狗。对，可以顶。单狗这个是吧？这样。挤不着，挤不着。对，是的。那你还是有可能冲过来，但是这样很难说，因为你提了两个，这边变厚了。因为本身的话，白棋搬粘完，黑棋冲拐完街是先手。是的。但是被挖吃也够难受的，反正。看吧。还没下呢。就冲掉就下成这样了，这现在这个是断打了。他冲肯定是你是正常要长的。他肯定是挖一个。我们先看看，如果真的是就是。他是这样的。这实战已经下了，他提了一个，白棋提了这个，白棋提这个，这个没挖打，提这个好像不太对吧？我怎么觉得提这个这边度过？我不觉得那个劫很大呀，那劫巨大吗？主要你这个没收着太，这个去差别有点多吧？对呀，提这个可能不太对，我觉得，为什么不挖吃呢？这挖吃。也是很巨大呀，都是。这是先手呀，因为你不走，不可能接这个呀，黑棋。这总是应该先挖吃了，你提这个黑棋肯定要在这边走棋了。我是觉得他就算把这两个子挖下来也很巨大。现在挖已经挖死了。对啊，我已经挖死他了。对啊，而且这个我还可以先扳你一下，在挖之前我先扳你一下，你也挺疼的，我觉得。扳他好像只能挡住我接上先手，要不然被拐里面的眼。这对，反正总是他的吧，总是黑棋的。待会儿挖通了，我扳一个总是我的了。扳完了，我可以靠在这儿。跑一个。跑。这里面有试下硬手，他先招吗？他不是，他就说先问你一下。你挡住的话，我这也先手。不过他这个挖得靠那个，得靠这一气啊。你说这样吃是吧？是，他有可能吃在这儿，不过。吃坦，反正他不，你吃哪个他都是这个。我就吃这个。便宜三目棋嘛。是。便宜三目棋。三目倒是，那白棋为什么没冲掉？我也是不太理解。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跑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必要。你赶紧把那个渡过。要不就渡过，要不就把这挖死了。挖了很大哦。对。他就想着你这下不是没冲吗？我就问你一下让你先。但是这样下，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便宜。但是你长的时候，白棋现在冲是不是也来得及啊？冲。你打这个不行，打这个长啊。冲了，那你不走了，那你也得走啊。这什么意思？这长一个是什么？他就现在冲吃的，冲吃长了一下。那不亏了吗？我接在这，你不挖不死了吗？这可能想的太多了，这腾彩礼才太过于追求了。想多了。所以说这棋就是这样，好像觉得很容易的地方，其实要下对了也不易啊，这件事儿。他加了一个，现在加这个。他家肯定是准备渡过嘛？对，渡过他待会是打算干嘛呢？提劫。渡过完了，他就准备提呗。但是，我觉得刚才还不够挖死他呢，多简明啊！被人家挖粘一下太大了，简直是！哇，这棋如果再翻了，我实在是不能接受。
就现在白棋是不是可以？哇，打的话，他是会从这边冲过来吗？冲过来也不行了，冲过来连不上了，现在。嗯。不一样了，已经跟刚才。那这个长一个有点，实在是有点损了，感觉。现在肯定是哇打吧，白棋的。嗯。现在白棋。是不是他还是赢太多了？这期我们。我是觉得好像是，实在是有点。哪怕全被你便宜到一目两目。他这个打的是先手，刚才数的是白棋这几块，这两块加起来多少来着？38，但38现在多了，86、87目了，黑棋。5、1、5、2、3、4、5、6、7、5、8、5、9、6、10，啊，那差多了。你关键可能还是你被挖粘完，这还被挤糟了，被白棋，这翻不进来了。我痛死了，我简直是。我这搬都搬不着，我简直是我要哭了，我就觉得。不过这个好像依然不影响胜负。如果说这样的话，他好像还是确实是差的，差的实在有点多。牌面15目了，好像。差的有点多了。可能他也觉得无所谓了，就怎么下都行。但他也怎么下，他也不。这个损的有点猛。嗯。你不要以为他长了一个。好像总是不行了，这差距有点大。是。我即便全忍住接住。全这样做眼圈忍住也是也不行，牌面15目了，现在啊，真是，嗯，这差距有点大了。白棋也就不到70目，黑我看黑棋有86、87目，可能他觉得胜负不在这，他觉得可能呢，加过呢被白棋搬粘完，提料也挺大的，我这个本身呢也是个逆输，如果你不走的话被人家搬粘了，对，就是他挖粘了是吗，那他只有全忍回去了，打掉接上就这样了，对，痛苦的两个团，然后顶一个还是？我这要是棋很接近的情况下，这一下可能就翻了。但确实是前面差距太大，有点大，对。嗯。现在看看他下到哪儿了。目前为止还没有下，但是黑棋也没辙，他只能做眼。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如果算这个劫，算4目。嗯。对。17、27、41、54，15、72、73目，也有15目，现在牌面也15目，还黑几下，这差的真有点多，确实是。然后这边，只能说差距太大了，这个，你看这吃了多少目，10。吃了快20目了，吃了23目，3、4、5、6、7，14，里面就23，就22、23、24，24，24再加这两个就不止了。白棋本来这地方有10几目，差了快40目，一来一去跟白棋肩比，大家不觉得这地方怎么差出40目去了？这好像无论如何再怎么刮也刮不回去了，这看起来。你别的地方再便宜这样。就再拼也拼不回去，这实在是黑棋已经亏很多了。这棋应该就是没什么跟胜负没关系了，而且黑棋全盘都是一点毛病没有。对。刚才那个图如果说他不加了度过他挖粘这个的话，他挖把这两个棋筋吃掉的话，六目他就不长这个。这儿差6目，这底下差飞了。底下算黑棋度打。1、2、3、4，1、2、3目吧，至少差了3目。然后这儿如果说他搬粘，他搬粘这个劫虽然还在他手里，但是这个劫这个瓦粘，你如果前面不跑这个6目、7、8、9，这地方还差了，就搬进来2目7，嗯，至少差10目吧，保守估计差10目。嗯，但是这上面他如果说拐了街上就成绝线了，这儿有个靠，如果你搬粘掉的话，他肯定是搬粘完马上就提了嘛，就把这个提了，那如果说那样算的话，跟现在这个实战这个图应该是有很大出入，应该是挖粘好，
他如果搬占这儿差两亩，然后这里面差了一二三四五五亩，至少是，那七亩那差出三亩来了。差出三亩，如果那样是十亩的话，一加一减，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好像。官子呢，因为总不会差太远。不会差太多，就是说，虽然说那下很痛苦，很痛苦，确实是。哦，已经结束了，还是有一对对，实力我们相看到差太结大。果。对，这棋呢就白棋金彩英，他是立了一个团柱，这两下没交换，他实在是收不赢了这棋，就中盘投了了，这确实是。白棋比较可惜，这盘棋就是因为这下冲，要不然的话，他如果忍回去的话，这个胜负至少还是比较漫长的，应该是白棋稍好的局面。那么，这个前七轮下完了，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藤泽里菜，站在了最后的擂台上，将等待中国棋手下一轮上场的挑战。中国棋手还剩下四个人，就李贺、陆敏全。周鸿祎和郁智莹，他们四个人中间的一对，个日本呢还剩藤泽里菜跟上野爱笑美，对，是的，韩国呢也是剩两个，是最强的两个，吴有贞跟崔崔金，金，是没错，应该第二阶段还是会更加精彩。好，请大家期待这个第二阶段吧。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谢谢大家收看。